好，请主任秘书报告出席人数。报告完毕，出席文已足法定人数。好，出席人数已足法定人数，本席宣布正式开会，请示人员宣读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三会期财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3月1日星期三上午9:01至12:30；中华民国106年3月2日星期四上午9:00至13:26。地点：本院勤贤楼九楼大礼堂。出席委员：吴秉睿委员等13人；列席委员：曾明忠委员等30人；列席官员：106年3月1日星期三，财政部部长许一哲率所属单位主管等；106年3月2日星期四，中央银行总裁彭怀览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主席王召集委员龙章，106年3月1日星期三，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议事录确定，邀请财政部许部长一者率所属机关首长及国营事业董事长、总经理含各转投资事业机构公股代表之董监事，列席业务报告，并被质询。经财政部许部长提出报告后，具有委员吴秉睿等14人提出质询，经财政部许部长及相关人员一一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导完毕。二、委员萧美琴、卢秀燕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财政部以书面答复。三、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财政部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通过临时提案6案。106年3月2日星期四，邀请中央银行彭总裁淮南率所属单位主管暨财经资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列席业务报告，并被质询。讨论事项：审查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营业部分，有关中央银行（含中央造币厂、中央印制厂）。经中央银行彭总裁就业务及预算案提出报告后，具有委员吴秉睿等17人提出质询，经中央银行彭总裁及相关人员一一答复，决定：一、报告及行导完毕。二、委员王荣章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中央银行以书面答复。三、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中央银行于1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决议：中华民国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营业部分案，有关行政院主管中央银行（含中央造币厂、中央印制厂）预算案审查结果如下。一、业务计划应依据营业收支、金融保险成本、转投资、重大之建设事业及资金应用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二、营业收支：一、营业总收入3627亿7901万1000元，照列；二、营业总支出（不含所得税费用）原列2124亿1605万1000元。简列中央银行业务费用项下服务费用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100万元。中央造币厂印刷装订与广告费10万元，括弧业务费用管理费用科目自行调整，及管理费用项下折旧及摊销之摊销30万元。中央印制厂劳务成本项下服务费用之水电费30万元，业务费用项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50万元，及管理费用项下服务费用之印刷装订与广告费26万元，共计减列246万元，其已经照列改列为2124亿1359万1000元。三、税前净利原列1503亿6296万元，增列246万元，改列为1503亿6542万元。三、金融保险成本随同营业总支出审查结果调整。四、转投资计划无列数。五、重大之建设事业2亿3465万7000元，照列。六、资金应用应依据营业收支、金融保险成本、盈亏拨补、转投资及重大之建设事业等项之审查结果随同调整。七、提案一案保留，送院会处理。八、通过决议8项，通过临时提案1案。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对议事内容有异？好，没有异。好，议事确定。请议事人宣读今日议程。邀请行政院主计总处朱主计长泽明、审计部林审计长庆龙率所属单位主管列席业务报告，并被质询。宣读完毕。好，首先介绍与会的委员：卢秀燕卢委员、吴秉睿吴委员、现场行政首长、主计长朱泽明、主任秘书吕秋香、综合规划处
黄淑娟处长。公共预算处李国兴李处长，基金预算处杨明祥杨处长，会计决算处许碧兰许处长，综合统计处叶满竹叶处长，国事普查处陈敏陈处长，主计资讯处潘成武处长，人事处尤金纯处长，秘书处黄国华主任，政风室张福长主任，主计室辜宜芳主任，审计部审计长林庆龙，主秘庞广进。那因为今天出列席的人员相当多，包括审计部的部分，还有每个县市的处长主任，这个相关的资讯请看手上的这个资料。现在请行政院主计总处朱主计长报告。主席、各位委员女士、先生，今天应邀列席各委员会报告本总处业务概况，自感荣幸，以下仅就重要业务办理情形提出报告，敬请各位委员指教。一、预算业务编制完成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于105年8月31日送请大院审议，于这个送请大院审议第二页的案经第二页第二段，案经大院于本106年1月19日完成三读审议程序，税入净减46亿元，改列1兆8411亿元，税出减列240亿元，改列1兆9740亿元。税入税出差短数1329亿元，连同债务还本740亿元，需融资调度裁员2069亿元，全数以举借债务予以弥平，并奉总统于本年2月22日公布。第二个，编制完成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的附属单位预算及总计表，于去年105年8月31日随同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送请大院审议。第三页三，根据实施中审计划预算制度及筹编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及中计表，有关主管机关107年至110年度中审计划税出概算额度系以106年度预算为基础滚推，目前正积极作业中，未来将由各机关在上开额度范围内妥为规划各年度的施政计划，并依预算法规定，将107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及附属单位预算案及中计表于本年8月底前送前大院审议。第五页二、会计决算业务，依决算法第21条规定，编制105年度中央政府总决算及附属单位决算及中计表，预定于本年4月底前送经行政院会通过以后，函送监察院。二、强化政府内部控制机制，自本年度起，行政院及所属机关全面签署年度内部控制声明书，以及要求各主管机关监督所属确实检讨，强化内部控制机制，并落实执行。另外，协助地方政府逐步强化内部控制，除制奏县市政府实施内部控制便利包外，并针对便利包所常列见的关键风险项目，选择相关控制作业，提供各县市参考。三、统计调查业务，一、办理国民所得统计，依据本年2月15日国民所得统计评审会议审议后发布之最新资料，预测本年经济成长率是1.92%，消费者物价指数上涨1.08%。括弧一，105年度第四季的经济成长是二点
8.88%，全年的成长是 1.5%。二、预测本年度的经济成长率是1.92%。到展望本年 ，IHS 环球透视一月预测全球经济成长率是2.8%，优于2005年度是2.5%。国际货币基金也预测全球这个贸易增幅由1.9%增加至3.8%，外需增温渴望挹注我国出口动能，内需部分随国内景气回温，半导体相关业者高阶制程投资延续，加以政府积极落实各项提振措施，五加二产业创新发展及改善投资环境等，渴望带动国内消费与投资，预测国内经济成长是1.92%。第八页办理物价统计，本总是按月根据实地查价结果编制各种物价指示，依最新物价调查结果统计，105年 CPI 较104年涨1.4%，主要因为天候不稳，蔬菜及水果价格上涨所致。若扣除蔬果及能源，核心 CPI 温和上涨0.4%。另顿挫物价指数部分，105年 WPI 较104年度跌了2.97%，主要因为进口农工原料价格占进口全数近80%，跌了4.57%，至整体进口商品价格下跌了3.03%。另外一个出口品亦跌了2.76%。第九页办理人力供需各项抽样调查。本总处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及受雇员工薪资调查，适时提供最新劳动市场供需资料。按年办理人力运用调查、受雇员工动向调查、事业人力雇用状况调查及补充性专案调查。第十页第二段，依最新调查统计结果，2006年一月就业人数是1132万人，失业人数是44.5万人，分别较2005年度一月增加7.6万人，与减少8000人。失业率是3.7%，与2005年一月比较下降了0.09%，已连续3个月下降，失业情势稳定。另外，2005年度每人每月总薪资平均为48,790元，为历年最高，较2004年增加0.62%。其中经常性薪资为39,238元，亦为历年最高，较2004年增加1.35%。实质性经常薪资为37,334元，较2004年微减0.05%。第十二页办理基本国事调查。本总处依法每5年办理一次农林渔牧专业调查与工商及服务业普查，每10年办理一次人口及住宅普查。2005年度的工业及服务业的普查各项前置作业已经在本年第一季完成，预计于这个4至7月间完成实地判定访查工作后，进行资料处理作业，并于2007年一月前产生初步统计结果。至于2004年度农林渔牧业普查已经依统计法及普查方案的规定，于本年2月编制完成初步报告，将于呈报行政院后发布。第13页，辅导及推展地方政府公务统计业务，订定各项业务之作业流程与细部办理准则，以辅导地方政府以机关需求为导向，规划年度预定办理应用统计分析主题及时程，以发挥统计资源决策的功能。第四个，主计资讯业务，依办理中央及地方相关预算会计资讯系统业务。第14页第二段，配合政府会计国新作业启程，协助中央政府600余家公务机关顺利接轨使用新版政府税基会计管理系统，
并依据政府会计发展规划逐步完成系统功能，在地方政府部分以参照各地方政府先定普会制度，完成市县系统会计功能改版，并于本年一月起陆续进行系统示范及双轨作业。第二，办理统计普查及资料开放等资讯业务，截至本年二月已累计开放税基会计及统计范围1023项资料汇集。第五、第十五页，大院第九届第二会期贵委员会议通过临时提案的办理情形。第二，大院第九届第二会期贵委员会通过临时提案，既有四项已办理完成，与表五所列是既有曾委员民众的提案，以及余婉如委员的提案的，以及第十六页余婉如委员的提案的，以及这个王委员龙章等三人的提案，啊，办理情形都已经办理完毕。以上是本总处这个近期工作推展情形，今后将持续精进主计业务，发挥主计资源施政决策功能，以协助推动各项政务，敬请各位委员女士先生鼎力支持，祝万事如意，谢谢。好，谢谢朱主计长。接下来请林审计长报告。那因为审计长这个资料大概厚厚一叠哈，请简短掌控时间。主席、各位委员、李树先生，大家早。今天应邀列席贵委员会报告审计部的这个业务概况，驻港农县。现在仅就审计业务办理情况呢，简要报告如出，敬请主席以及各位委员、李树先生都会指教。第一部分是民国105年度重要业务的办理情况，包括这个是年度结算的审核，还有半年结算报告的审核。年度结算在104年度中央政府总结算审核报告呢，本部在105年7月28号提出以大院，并且在105年10月3号在大院院会报告审议经过。那各级地方政府104年度总结算呢，也经过各地方审计处处在法定期限完成审核，提出审核报告在各该议会。在半年结算报告的部分，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及负责单位预算半年结算报告及中计表，本部呢已经在105年9月29号。在法定期限提出半年结算以这个大宴。第二，在审计的这个综合绩效，105年度各项审计业务执行结果获得绩效，包括在稽采财务上的微输，还有在数证上合规性的审计、绩效审计各方面都有获得这个显著的绩效。那么，其次报告第六页就是强化政府会计税基资讯系统的这个审核分析，审计法第36条呢，在大院在104年5月29号审议通过，总统在同年6月17号公布。那么这个各机关的这个联署凭证呢，原来是要随同会计报告送审，那么改为连同相关资讯档案送到审计机关来审核。那么大院在财政委员会在审议的时候呢，也做成附带决议。那么本部呢，依照这个贵会的大会的这个附带决议呢，协商行政院主计总处来汇送资讯档案。那这中间整个制度经过这一年来，那么在法制面这个资讯送审面都已经完备，到105年底为止呢，所有中央的这个机关单位，还有在市县政府的这个机关单位呢，都已经依照审计法第36条的规定，那么将这个资讯档案呢随同会计报告呢，那么汇集到这个中央还有各地方的这个审计机关。那各审计机关呢，那么我们本部呢自己设计这个资讯的分析系统来审核分析相关的资讯档案，如果有异常的部分呢，我们就进一步来调阅或是就地抽查的时候呢，那么调取相关的延迟凭证来审核。另外呢，我们也规划这个跨机关，包括说全国或是中央或是地方机关，还有跨资料库的这个税计会计资讯档案的审核分析作业，那么就异常的事项呢，都还请主管机关来检讨，
或是请这个相关机关就住都变或共同切书来督促这个各机关来查明脱除。那么未来呢，我们会配合主机总处在这个中央106年度的这个 CBA 改版，还有在地方 CBA 这个2.0版在106年度在速办。那在相关的这个审核分析作业呢，会再进一步来精进。第四点是我们落实策略管理跟绩效评估机制。本部在1999年定颁审计机关策略管理跟绩效评估的这个计划，那么进一步呢落实在本部的这个中程书证计划，然后在105年度已经编著完成审计部104年度的这个绩效报告。那这个各绩效报告除了有来表达审计同仁努力的成果以外呢，那么另外也有自我要求苛责性的一些这个指标，那么这个部分请详书面在第9页。第五点是我们强化资讯公开。那本部为了落实世界最高审计机关所提的透明化跟苛责的这个宗旨，在105年度在资讯公开这方面的具体的作业，包括第一个，我们扩大揭露各级政府的一个财务资讯，除了联络在全球资讯网来公告以外呢，并且把它转载在行政院的政府资料开放平台。那除外呢，那么我们也进一步来建筑完成审计意见的专区。另外在105年度我们发布了25本专案审计报告。那在平常每一周呢，我们会依照本部的这个资讯发布作业要点的这个规定呢，来发布这个重要的审计的相关资讯。在105年度呢，我们发布了56次，总共发布480则。那这个也是在这连续几年都有比较大的一个资讯发布的一些量足。另外，在这个推动公民参与最快，请看第12页。那么105年度推动公民参与的这个工作，包括在审计议题的部分，那么我们选择贴近民众需求的查核议题，并且在全球资讯网呢，设置这个公民参与的这个审计建言跟全民监督信箱，在105年度呢有收受200多件，来作为审计这个议题的这个参考。那在这个我们的重要这个调查案件呢，在规划或是查核阶段呢，我们进一步咨询专家学者或是公民团体的意见，来作为这个订定查核计划或是查核的参考。此外呢，我们在今年就是在这个月的3月1号，我们进一步应用行政院国发会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我们把这个重要的这个专案调查计划，在总共有4项，在3月1号挂在这个国发会的这个公共政策网络参与平台重开讲的这个公民讨论平台。那么到目前这个1年度系有1-2百位的这个民众呢来参与这个讨论，来表述这个意见。第二部分是包括106年度的审计工作重点，包括第一个是加强重大书证计划及有关民生议题的这个审计，这项一直是近年来这个审计的重点。未来呢，我们还是会选择这个政府的这个重大书证或者高风险还有民生有关议题来加强审计。请看第14页。第二点是在国防跟退伍业务的部分呢，这个总收入有包括5000多亿。那么未来呢，我们针对这个高风险的这些书证项目，那么我们会积极来办理查核。第三个部分是特种公务运作绩效的这个审计，包括我们要强化在医疗相关的有关这些5大科医师伦理配置，还有偏乡离岛医疗照顾情形的一个查核。此外，在这个公共债务管理还有国有财产的管理呢，那么在行政院的这个书证计划里面有健全国家财政追项，它有定这个主显的策略，我们会进一步来考核各机关的落实情况。第四点是国营事业，那么总共106年度的这个预算案总收入有4兆多，而且这中间有蛮多是配合这个经济发展呢，那么有很大的这个资本支出的这个预算跟节能减碳的预算，那么这个部分我们还会继续来查核他们的一个执行情况。在第5点是加强重大公共建设计划这个执行情形。那在往年来，这个重大建设计划一直是审计这个一个苛责的一个重点。那么在最近呢，这个行政院包括已经在本部的建议之下，已经订这个重大公共建设计划前生命周期绩效管理手册。此外，在105年度呢，陆续来订这个采用这种
最有利标重大工程承诺最有利标的一些办理原则。那在未来，本部会注意各机关这个落实的一个情况，那而且注意有没有违反相关的采购法制。第六点是加强地方政府财务管理的这个审计。那么地方政府最主要财政普遍困窘，那么在近年来这个有关他们的税入预算系列这个上级补助款，那么经过本部还有行政院主计总处共同还有财政部共同努力之下呢，那么慢慢已经说到这个他们的这个行政基财政基地的一些这个要求。那但是还有部分县市包括苗栗还有宜兰，他的这个公共债务都超过法定这个债限，那么这一块我们未来还会继续来督促他们来做这个开源节流，那落实这个财政纪律。第三个部分是大院第九届第二会期，那么这个决议办理事项，那在这个10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报告里面的这个决议事项，要本部办理总共有21项，那都依照决议来办理，其中要动出这个预算提请报告的部分呢，我们已经这两天会把这个解冻案提送到这个大院。以上是本部这个近期审计业务的一个报告。那未来呢，我们本部还是会更细来加强推动各项审计业务，寻求审计制度的改革、审计业务的革新跟审计技术方法的精进，以及善尽审计职责，发挥监察功能，敬请各位委员鼎力来督促。以上报告敬请主席、各位委员、李树先生主教，谢谢。好，谢谢林审计长。补充介绍，陈赖树梅委员、黄国昌黄委员。好，现在开始询答，先做如下宣告：每委员8分钟，延长2分钟。二，上午10时截止登记。现在请第一位登记的卢秀燕委员质询。主席，请主计长，谢谢。请朱主计长。你好。主计长，主计长，你在上个月15号发布说，预估今年的 GDP 经济成长率，我国是1.92。那我想大家很关心的是，今年能不能突破二保二？那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有没有这样的可能？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我们估计是1.92%。至于说那个2%是那个国发会的一个目标，是一个说我们努力的目标。那个努力的目标的话是假定说那个资本跟人力啊，如果都充分就业的时候，是可以到达2%。不过那个是我们作为一个努力的目标，那个目标的话，有时候要看国外的出口，然后汇率的情况，才可以达到。是，我听说哈，我求证一下，我听说本来你们预估有可能今年会保二超过二，但是后来一例一休的情形越来越严重，那以至于拖垮了我们经济成长率。那你自己本身是一位有名的经济学家，我们的经济成长率是不是受到民进党政府一例一休政策的影响，以至于被拖垮，没有办法保二？我们的一个估计啊，所谓一例一休，只是把它说一例一休会增加这个薪资成本多少，然后放在总体模型里面，但是我们并没有说因为一例一休把经济成长的比例拉低，我们那就你的判断是吗？没有，一例一休是造成这样的原因吗？没有。那你们要不要做这方面研究？因为很多人觉得说台湾现在经济成长被一例一休害到，那你们要不要做这样的？身为国家的一个统计长，那你要不要做这样的研究呢？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一例一休哈，我们的一个估计，它的那个所谓的那个对薪资成本啊下限的，就是说它增加的薪资成本最低大概会175亿元，最高大概730亿元，在总体模型里面呢、这个不会影响很大，我们是有放在那个总体模型里面让它去所谓的运动，但是会影响这个物价的，我们最高的总效果大概是0.36%。不过那个是假定所有的人都去休假的，可是下限
物价的水准大概只有 0.14 个百分点，没有外界所讲的说那么的严重。而且跟委员报告一下，如果有薪资成本增加的话，劳工的薪资也会是增加的，消费也会增加。谢谢。这个跟外界观感不太一样哈。所以接下来我要问的是，根据你们2月24号公布的说我们去年哈，我们台湾这个劳工平均薪资是49000元，如果全职的劳工平均薪资是吧，甚至高达51000元，那这个调查创新高。那由于这样的一个数字跟民众的观感跟实质所得差异很大，所以有很多的民众哈就讲，有人在讲说，主计处跨得贵呀，见鬼了，我们哪个人啊？平均薪资民众会感受到说他有领到49000或者是51000，所以甚至有报纸把民众这样的反应说跨得贵呀，见鬼了，我们中华民国的平均薪资有49000-51000，那么把它当作报纸的标题。所以主计长，您对这个事情有什么样的解释？为什么我们主计处所做的平均薪资的调查跟人民实质他所领到的钱跟他的观感差异这么大？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网络说我们调查见鬼了，报告委员，我们的调查都是对厂商调查，我们见的是人的，跟委员报告一下的。这个就是你跟民众的观感差异太大啊！你说见人，人民说你见鬼啊！对，那个。所以你看，你对人民的那种反应都不能感同身受，也不能够理解，所以为什么说观感落差这么大？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的综合所得税的申报，它的免税额如果是一家四口的话，它大概是在60万元以下都不必缴税，所以说60万元就是那个是怎么样？有那个缴税的人，他们的平均薪资都至少有50000块以上，那50000块的话就是我们这个所谓的一个平均数。因为那个所谓50000块是扣掉外劳以及那个所谓的部分工时的那一群人，所以是怎么50000块就是全职的人，那个50000块还要包括年终奖金，所以50000块是一个正常的数字。还全职的了啊！我打断你一下哈，你看看哈，我们现在有略微通膨，但是低薪啊，我们连续16年实质薪资是倒退哈。我们的薪资成长还比不上通膨，这是你们自己的数字哦，哈。那么所以呢，你们自己政府啊，自己就是打压劳工薪资的带头者。这个问题我给你看个东西哈，我已经在财委会，今天已经是第三次质询，在总质询我也质询过一次，一共质询的4次，今天是4次。你看看你们主计总处，我去年底才质询你，讲说你们呢，假借公读的名义应征全职的员工，薪水只给20000，而且呢还要自付劳健保，所以扣下来还不到20000。这个事情我去年底才质询啊，去年底才质询。你看看呢，7年工作公读方案，假借公读名义，行政院主计总处、综合统计处哈，然后要暑期公读生哈。然后呢，这个暑期公读生是假公读，叫人家做什么呢？上白天班哈，上早上8点半到下午5点半，你们的同仁也是上白天班，去公读人也是上白天班，他根本不是公读啊，他根本是上全日啊全新的班。然后呢，给多少薪水？给21009块，21000，这是我们现在最低工资。政府在聘请全职的劳工，假借公读名义给最低工资啊，而且劳健保还自付，不是只有你们一个单位哦，突出哦。你看看这是综合统计处，你们主计处里面的综合统计处，下一张你们的人事处也是，你们人事处也是哈，那都是今年的，都是今年。我去年底才质询说你们去年暑假太可恶了，假借公读打压7年的工资，结果今年暑假你们又来了，现在已经铺在网上，要应征2017年的暑期全职白天工读生，这是工读吗？
跟委员报告，那个是工读生，他的工作期限大概就只有两个月，而且是他还没有大学毕业，是一个在职。大学毕业，他做的上班的时间是不是跟你们一样？在学的。他本身如果不是用学生的名义进来的话，他一般的这种应征，他如果考上普考会拿21000吗？会拿最低薪工资吗？那个不是普考的。你要他做的工作是一模一样的东西。那个是暑假的工读生，提供给弱势家庭的一个随身的，他都在暑假的。如果政府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逃避的话，来压榨的话，我告诉你，政府不良示范会就会成为民间公司的榜样。对，所有公司大家都用工读的名义。来聘请全日薪的员工，因为工读嘛，可不可以？那是暑期的工读，他不是一个正式的所谓的一个员工，他是暑期利用假期来工读。我可不可以三个月这样子工读可以吗？民间可以这样子干吗？我们没有做这个事的。不过我觉得啦，政府哈，现在因为你们主计处这样干，各部会都这样干，我已经是第四次质询了。那么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政府你说一直要拉高7年的工资，每次都是假借这种名义叫人家做全职的工作，上次还有要做日文翻译，啊，要做调查，他来做的内容都一样。那么假借这样的名义来压榨7年工资的话，难怪台湾16年来薪资倒退成长嘛，政府做了不良的示范，所以这个事情。我质询有用吗？狗吠火车，我古年代叫质询你啊，说你去年暑假这样做不适当，所以政府言之渺渺，管你的，管你委员质询，管你社会反应，管你社会观感，管你说见鬼了！你看你今天还不是呛民众，人民说呛见鬼了，我哪有04万9万1？你倒过来呛他，你不是呛他，你还呛委员，你们还是照这样干呢、啊？我们质询有什么效果的？监督有什么效果呢？朱局长。我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是那个所谓的暑期的一个攻读，他攻读完了又马上要回到学校去就是，所以都按照我们的法令最低工资给他。谢谢。我 focus 的是他是全日薪，对不对？全天要上班嘛，跟过去的攻读定义不一样嘛。不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攻读生的名义，是按照青年署。那他做什么内容？按照青年署。他做什么内容？他上班内容是什么？因为他做的是那个他是入资的那个所谓的薪资调查表的一些财务报表的一些简单的翻译登录。要做翻译，要做登录，要做薪资报表，然后你把它定位成工读生，然后给他工读生做的工作，我们的员工还要。难怪哈，你们这样子做，难怪啊！现在建教合作洗头的小妹，如果去建教合作啊。他领的也很低，到餐厅去建教合作，因为政府都这样干嘛，用假借工读的名义，然后低薪聘请全日薪的员工，所以你看社会上就业的市场，他都假借建教合作，然后来低薪聘用压榨青年劳工，因为你政府自己就这样干呢、啊，那难怪现在很多投诉啊，我今天建教合作，我去洗个头，洗了一天洗几十个头。一个月请几百个头，就我还是领20000，不到20000。我去旁博奥马西亚建教合作，因为政府都用假借我施舍你，你是学生，你是来做建教的，你是来攻读的，你是来实习的，所以你应该低薪。那其实呢，这就是假借这样的名义压低工资啊！你们自己去反省看看。我不晓得，如果政府还是抱持这样的心态的话，低薪问题。不会改善，不止现在是倒退16年了、啊，我看会继续倒退下去。谢谢。好，谢谢。好，下一位质询，请吴秉睿吴委员。主席，麻烦请林审计长。请林审计长。委员早。前几天看到媒体有报道，这个
全叙部的公务人员人力素质统计报表显示，如果以六都来讲，105年度相较100年底的异动情形哦，在员额方面，总人数在六都是增加了4519人，你知道这个事情吗？请问这个员额有没有包括老师？是的，在如果说在部里边统计的资料呢，105年度这个六都的这个员额跟改制的前来比较呢，是多了11400人。但这里边最主要就是在陆陆续续的增加，就是他的这个老师的部分是改成国立，像说在这个陆续呢，台中那么已经在今年也要准备把它改制为国立，所以改制国立在11000多人里面呢，这个高中的老师就占了6800多人。那此外增加服务的部分是清洁队的部分2000多人，还有一些新成立的这个机关有1000多人，大概这个消防人员也有一些增加。大概刚刚引述的资料，因为是全叙部的啦，所以我直接就是用这样子来判断。那这个4519个人里面，员额里面哦，应该是不包括老师的。对，因为老师就增加了6000多人。那我现在要问的问题是，你要看看那个细节啊。是。其中六都光台北市的这个员额啊，我讲的是员额哦，不是人数哈。是。少了2279人。那新北市是增加2561人。我们先不谈论增加的到底对不对，台北市为什么员额可以减少2000多人？你了解吗？这个部分，我想在因为六都这个新北的话，刚从这个准直辖市改成直辖市，那台北市已经算是行之有年了，那会不会再配合整个员额，我们会进一步了解看看台北市减少的情况。不过目前这个员额，我们觉得说在这个行政区划法，因为最主要这个新的这个几个都呢，他们就把乡镇公所改成是区公所，那整个它的这个服务的量足呢，那么都还没有达到一个这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服务的一个规模，所以这中间伦理的应用事实上还没有很有效力，这个部分有待在行政区划法如果把这些区公所来做一个这个整并的话呢，应该可以再节省一些伦理，多出其他的服务量组出来。谢谢。对了，我现在就是要这样对比，大家一样是直辖市的，台北市的员额减少2000多人公务人员，如果台北市的员额减少2000多人，当然他的服务品质有去给他检验吗？他的服务品质如果没有降低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公务人员的员额在台北市这5年来就减少了8点多个百分点。也就是说这个减少了这2000多个员额，那至少就减公务人员的禁用人数减少2000多人。如果跟员额比的话，对，跟人数比的话，可以减少很多的人事成本。确实是这样。那相对的新北市是增加最多了，它增加2561人。你有没有去了解这个问题？我已经咨询过你很多次了。新北市从准直辖市开始之后到现在升格啊，公务人员的员额跟人数一直不停的直线上升了，人数增加最多，大家一样升格啊。为什么它需要增加最多呢？新北市是最特殊的地方哦，它升格是原地升格，所以它的这个区域没有增加，人口数是缓慢成长，不是不说没有增加，人口数缓慢成长。在这样状况之下，公务人员的员额数大幅提高，先不讲这个国立高中的部分，那个教师员额不算，增加2500多人。那这样的趋势能缓下来吗？因为增加的数目以百分点来看是很可怕的，增加了14个百分点。就是新北市它教师不算的话呢，它只要在清洁跟消防这两块是有增加，那这个是在跟基层的民众是不是在强化服务。那我们愿意针对这个台北市它可以来减少这个公务员，我们来做进一步分析，也可以作为其他这个直辖市我们来提供意见的一个参考。对啦，我是这样讲，你每次我在这边咨询，光是这个员额的问题，我已经不知道咨询你多少次了，我们两个在这个议题上面变老朋友了，但是你每次都这样回答我，我是想问你说，你的审计部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功能哦？可以请这些地方政府不要这样任意的膨胀员额啦，或是说，就算要增加员额，也要花在刀口上啊，而不是假借一个升格的名义，大幅度的增加公务人员的员额，然后但是事实上有没有感受到市民的服务，觉得有没有
增加呢？有没有变好呢？哦，这一部分有没有做比较详实的比对？然后如果比对出来之后发现这个原额的增加并不是那么的合理，你们又有什么样子的方式可以来劝阻地方政府不要这样弄啊？是的，跟委员报告，因为在整个原额呢，它要受到行政院的管控，那形式上表面上它是没有超过这个行政院核定给他的一个原额，那可能在这个原额超编，那么服务是不是说有这个让老百姓有更加感受，那相对来跟台北市来比，他可以来缩减原额，我想这个信息我们会在今年的审核报告，我们再进一步来把它做一些分析比较，谢谢。好，那如果这样，你刚刚提到的这个是没有超额的，对，那超额的那一家现在一年他现在是超额多少？超额约聘雇技工工友，苗栗县现在还有多少人？这个跟委员报告，苗栗县它最主要是一些临时约聘轮联哈。不过苗栗县的这个财政状况，就是它整个预算那经过这个管控，你要不要讲光干讲文章？我们这个问题也谈很多很多次了嘛。它从原来的1700人，我讲的是超额的哦，原额内的不算哦。超额约聘雇技工工友从1700多人到上一次我给你咨询。第四次之后，你跟我讲说已经有略微下降，现在是1200人，那现在又隔了几个月了，我就要请教你，现在苗栗县的超额约聘雇技工工友还有多少人啊？这个部分，我们苗栗的主任有在做，不晓得有最新的资料没有？在跟委员报告，就是从他的这个聘雇跟临时轮联104年度。这个已经降了大概99人，又降了99人下来，所以现在是多少？他这个约聘雇临时轮联现在是794人。超额约聘雇，我讲的是超额，不是额度。超额的约聘雇技工工友加起来，这个在我目前说明资料，它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原额数，实际的这个聘用的这个约聘跟临时轮联。我在问东，你在答西啊。他原额度内的我们不能管他嘛，哈。额度内的是我刚刚上一个议题啊，有没有真的需要这么多的额度？现在是额度外，在额度内的不算之外，他超额的还有多少？是的，这样一个规定报告就是他这个约聘跟临时轮联这个部分不在他的一个法定原额里面。700多人，现在目前有794人。超额到794人，将近800人，所以就又在略微下降，都有陆续在下降中。那什么时候才可以降到没有超额的约聘雇技工工友？跟委员报告，我们会陆续来提供他开源节流，这个看起来这几年在他的开源，我看是很难的啦，看不出来有什么开源的可能性。都有在缩练了，开源有什么可能性呢？你跟我谈谈，开源有什么可能性？开源在目前他可能就是在一些土地的一些开发，不过在县里整个它的一个地区经济发展，那么在这块恐怕在短时间，我跟你说，苗栗县现在的公共工程是不是它的招标是不是有困难？在苗栗县，它因为它的这个付款的部分呢，没有办法及时到位，所以它必须要求厂商要签署一个在去融资的一个契约，所以它花包会比别的地方连这个资本门的都有困难的，它的经常门。还有超额约聘雇技工工友将近800位，800位每个月至少要每一年是不是要好几亿元的支出啊？经委报告就是他的以预算来讲，事实上他105年度的预算比104年度已经少编了50亿，所以他在节流这一块呢有做到这个很显著的一个效果。他在税入的部分没有再虚列那么多啊，税出就也是在减偏下来。对，那。因为他超过举债上限，对，我觉得我们的政府好像对地方政府这样子的作为、哦、就没有皮条了啦。这一套、哦、幸好别的县市没有学呢，不然大家都来学这一套，都来超额约聘雇技工工友，那我们的财政纪律到底在哪里啊？那你们审计单位到底能够做什么事情？做不到什么事啊，你只是能来这边数字讲给我们听啊，讲一讲就算了、啊。对，报告，事实上这个苗栗这个财政状况还是早期审计部我们把它移送，包括给行政院，包括监察院纠正以后，那么在刚好碰到这个在公共财务的修正，还有在行政院主计总处呢，那么他来做一个预算的预警机制，来扩他的补助款，还有财政部呢，他强制帮他
来做一个代位的。那个在刘县长的时候就已经爆表了，对，表就已经破表了。这几年在我们选区也见到，是这几年才开始在注意这个问题。我再跟你讲一件事情哦，苗栗县的财政这样的糟糕，它还是这几年来每一年苗栗县已经连续二十几年哦，是县议会在审查预算的时候连一毛都没有删减的。所以如果这个方式这样下去，你不再想想办法哦，这个地方政府的财政破产，我看是很难挽救，越借越多了，将近八百个超额的哈，一年如以前跟我你跟我讲一年一千七百个人的时候，大概要七八亿嘛，那现在如果八百人减一半，一年也要多支出三四亿啊，这些三四亿都是光人事支出呢，而且是超额的人事支出呢，好，希望给他们更清楚的告诉他们问题所在了，好，好不好？谢谢。好，谢谢，我们会再加把劲，谢谢。好，谢谢。下位质询，请黄国昌黄委员。哎，谢谢主席，麻烦有请主计长。请朱主计长。黄委员好。哎，主计长好。这个是我们过去十二年哦，中央政府国库收支余处的状况。那我相信这个数字，主计长应该是非常的清楚哦。大概在过去这几年来，我们国库的支出啊，其实远远大于收入。是的。那即使以2017年的总预算来看，虽然国会删减了200亿，但是还有1329亿的赤字。好。那因此到目前为止，我们债务未偿余额是5兆5976亿。我想要请教一下主计长，就是说在目前这样的状况下，如果 我国政府接下来采取的是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不晓得主计长的看法是什么？对，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中央政府的那个债务余额的上限是占过去三年GDP 平均余额的40.6%，那我们目前的一个数字大概是33.6%左右。我知道啊，就还在举债上限之下嘛。对。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接下来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包括减税，包括举债去扩大公共支出，这个您是赞成的？减税我不见得赞同，那个扩大公共支出的刺激有效需求的，让那个资源能够就业，这个是可以考量的。不过我们在目前这个好，那如果采取这样子的政策，您的预估啦，如果展望明年或者是后年的话，我们的赤字会增加还是会减少？因为我们当然大家都赞成把饼做大嘛。是的。那但是钱砸下去要有效果嘛。是的。那您的预估是说，如果采行您刚刚所讲的那种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我们接下来明年或后年债务未偿余额会升高还是会降低？跟委员报告一下，绝对金额会增加，但是相对比例的话，看经济 成长的情况，那相对比例也许不见得会增加。 OK， 好，没有关系啊，就是我现在只是请教你的看法，就是说钱投下去了以后，是的，创造经济上面的成长，如果成功的话，我相信大家都乐而见。是的。但是很担心的是，钱投下去了以后，如果没有效果的话，我们的债务 不断增加，这些债都是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的。对。来，下一个图，就是这是过去十年我排除掉外籍跟部分工时，我们工业及服务业受雇员工的平均薪资。那当然大家都知道了，我们过去的 GDP 有成长，但是实质薪资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增加的。那我现在比较关心的是我们非经常性的薪资，就包括了加班费、年终奖金、绩效奖金等等，占了我们整个平均薪资的比重将近有20%。是的。那主计长，对于这样子的现象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你觉得这个现象是正常还是不正常？我的一个了解其他的国家里面的话，也大概是这一个比例的。好，来，我们进一步问，
就里面非经常性的薪资，你有没有更细的数据可以去把加班费跟以绩效为准的奖金，包括年终奖金，把它区别出来？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在我们的一个调查里面，如果分那么细的话，厂商的一个填写意愿呢、可能会有。来，我给主计长看一下哈，这个我是用中位数去看的啦。当然，中位数哈，我们实际上面拿到了经常性薪资，如果以中位数来看的话，它会比平均数低，那代表了我们在整个 distribution 上面呢，是高薪资的那一边的人，他会把整个平均薪资拉高。所以，如果我们以50%的中位数来看的话，实际上面用50%来看的话，实际上面的薪资大概只有40,853元，是远远比平均数低。对。那我下一个再给主计长看哈，这个是英国，他们在2016年的结果已经秀出来了。那当然，这还是一个暂定他们出估的结果。来，你看看哦，蓝色的这条线是他们的加班费 overtime， 占总薪资的多少？占总薪资的2.5%左右。黄色的这条线是所谓的 incentive， 那 incentive wage 就像我们的绩效奖金，按照你的绩效给的 bonus。那 shift 的这个是比较特殊工时的人，他另外给他加的。但是整个非经常性的薪资占他们整个薪资的结构比重是多少？大概不超过5%吧。对，先进国家跟一般的比较开发中国家是有差异的。所以你觉得我们现在还处于开发中国家的状态？我们应该是介于两个之间。不是，我现在要点出哦，这个问题大概有两个层面上的意义啊。第一个层面上的意义是说，我们未来怎么样去调整产业的结构，让劳工不是用过时过劳的加班费去换取薪资，这一件事情很重要。对，那正是因为这个样子，所以就引到我的第二点了、我跟主计长讲的就是说，你们这个非经常性的薪资啊，人家英国做得出来，我们为什么台湾做不出来？它可以分得更细啊，让大家很清楚的知道说，好，如果我们的平均薪资或者是用中位数来看，既然有将近20%是非经常性的薪资的话，里面靠着超时工作赚取的加班费有多少？其他年终或绩效奖金占的比例有多少？如果要成为政府有意义的政策指引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把它做得更细？主计长，有没有这样子的数据？未来能不能够做出来？我们会努力的。据我们的资料，这个业务同仁给我们资料，我们加班费大概是占了3.37%左右，其他都是绩效奖金的部分。对对，好、对，没有关系。那主计长，这些资料可不可以公开？每一年的，只要你手上有数据的，都公开出来让大家知道。可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去评估啊，所谓非经常性的薪资所占的比例到底有多高？对，这样好吗？对，我们会努力，但是。我必须说，那个经济发展阶段如果是不一样的话，结果是会不一样的。而且我们的产业结构啊，是因为代工的一个方式的话，是所谓没有。主计长，你讲的我都了解了哈。当然，我们一定目前我们的目标就是全民朝向让我们的经济产业能够转型、能够升级的方向去看嘛。从这个方向迈进，我们总要从主计处这边有一个客观的指标可以来评量说，我们过去这段时间的努力到底达到什么样子的成效吗？因此，主计总处这边所呈现出来给大家的数字啊，细致这件事情啊是很重要的。对。那我接下来看哦，是如果我们以实质总薪资的年增率来看的话，2016年事实上是-0.67%，事实上是降的啦。那就2017年，不晓得主计长你有没有预期？会提升还是会降低？那要跟委员报告一下，那要祈求我们明年呢、是不是风调雨顺呢、那个所谓的那个做台风而影响物价的一个上升。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会去影响到我们实质总薪资的？你看的是 CPI 嘛？对。但是薪资这件事情会上涨，这件事情你是确定的？那主要的变数就是 CPI 嘛？正常情况应该是薪资会往上升。但是因为我们的 CPI 可能会受到季节性的因素，或者是这个外在的台风的影响，因为我们看我们的没有这个我都了解了，所以归纳一句啦，就是您的预期是说，
我们薪资会上涨，那实质薪资会上还是会降，就看我们的 CPI 嘛。如果不信 CPI 再比较高的话，我们实质的薪资水准会再往下掉嘛。对。好，我接下来给主计长看一个数字哦，这个是我们受雇人员报酬占 GDP 的比重，跟其他主要国家相比，从最高的德国超过56%，接下来美国也将近55%，超过55%，最下面那条蓝色的是台湾，只有大概44%跟43%，在整个 GDP 里面，我们的受雇人员薪资事实上分到了饼，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相对是小很多的吧。我不晓得那个您的那个受雇人员报酬啊，我不晓得这个是根据哪一个的资料，因为社这个全部都是你们主计总处的资料，你放心啊，我不会去把它编出来了哈。这个一样是主计总处来的资料，看一下哈。我们在1990年代受雇人员报酬占 GDP 的比重大概都超过50%，从51.2%、51.9%、51.7%、51.5%、51%到50.9%、50.8%、50.5%，连续9年都超过50%，接下来就一路的往下掉，掉到你们最近2015年所公开的数字，事实上是43.98%，我把它四舍五入了，就算44%。但是我们的企业盈余却不断的在上升，这两条线呢、啊、彼此之间出现了很清楚的反向反比，那也就是说，在我们 GDP 所产生的报酬这块饼在分的时候，我国受雇人员薪资是不断的什么？是不断的在往下掉，而跟其他的国家比起来，因为有很多人说啊，这样子下跌不断的趋势是因为全球化的因素，我相信有影响，有影响。但是我要讲的事情是什么？我要讲的事情是说，即使是全球化的因素，你看。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台湾还是在最底部的。我们在整个 GDP 大饼的分配上面，事实上员工、劳工他们所分配到的饼，不管是从时间的趋势，还是从其他国家的比较来讲，那个数字都是不断的在往下降的。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国的有一个特殊的现象，我们的那个自研昼夜的哈那一个加速比较多。来，好，没有关系啊，我知道你会提这个理由。我们受雇人员占就业人口的比例有多少？受雇人员占就业的、人口的比例？对，受雇人口是大概800多万，那另外一个自营就业的大概是有300万，接近300万。我们受雇人员占就业人口比例75%。对。那、你知道南韩有多少？南韩大概68%，大概接近。好，韩国还是比我们高啊。如果是按照您刚刚所讲的那个理论的话，对，事实上韩国的数字要比我们更低啊。不过据我了解，韩国的那个他的那个所谓的薪资比较高的，就是那三个大企业，其他的薪资都很低。不是啊，主计长吼，现在。我刚刚已经就每一个因素很清楚的跟你点出来了啦。谢谢、哦、那我现在所要讲的事情只有说把饼做大大家都赞成，对，但是在把饼做大的过程当中，我要帮受薪阶级的劳工讲几句话。对，在把饼做大的过程当中，到底分配是分配到什么地方去？那我希望主计总处接下来未来在做这些相关的统计资料，如果要对我们国家的整个经济发展的政策、财政的政策、劳动的政策要产生有意义的指引的话，其实应该要把它做得更细致。那这样子的图像清楚了出来以后，对于我们政府不管是在创造就业、发展经济，还是在公平分配的政策上，才能够有进一步积极的效用。同意。好，谢谢。谢谢。下咨询请林德夫林委员。谢谢主席。请主计长好不好？请朱主计长。
局长长，让我请教哈，因为国发会公布说106年呐、啊，一月这个景气对策信号连续第七个月是象征，就是景气稳定的绿灯哦。那综合判断分数再上升至29分哦，那景气领先，那同时指标稳定的上升哦，那显示国内景气持续的回温哦。那请问主计总处看怎么看这第一季的这个景气？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这个主计总处在2月15号发布的一个国民所得预测是1.9%哦，都是逐季的一个上升。那我们对未来的景气是稳定乐观。稳定乐观，主计长，我请教你哦，因为主计处预测指出，今年超额储蓄将升至2.55兆。哦，是历年的最高，那超储蓄额储蓄率也高达14.1%啊，哦，连续5年超过10%哦，那显示国内闲置的资金越来越多哦，那请问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跟委员报告一下，是我们希望说国内有更好的投资的机会，所以我们希望说把这些储蓄转为投资，这也是目前、啊、政府的努力。那也希望民间、啊、在这个政府的基础建设条件做好了以后，也能够加强投资，这个超额储蓄就可能会减少。那为什么民众宁愿去存钱，不愿意去消费？你认为短期内会不会改善呢？我们觉得只要我们的基础建设做好以后，这些现象就会改善。你一直认为说都是基础建设，那如果没有办法改善，是不是可能这个可以看成短期内经济不可能有大幅度的好转，因为大家不敢消费啊。我根据最近的资料，我们的消费是有在缓慢的成长的，有缓慢的成长，但是为什么储蓄额一直在增加？这个不是很奇怪吗？你不觉得吗？储蓄的比例啊，最近几年都维持着在所谓超额储蓄都维持着在15%左右，对不对？换句话说，大家认为说可能经济状况不是很好，那大家不敢消费、哦、就把它存在银行里面，才造成这个银行的储蓄越来越多啊。因为存钱的是一批人啊，投资的是另外企业界啊，投资的企业界。那你认为现在有回来投资吗？我们希望能够就是希望，对，希望还很遥远呢、啊。我们条件做好了以后，他们就会回。但是你看，我们政府条件有把它做好吗？应该是有，应该有。对，缩电缺电哦，然后土地，这个现在就是资金闲置太多了。那其实这是很大的问题。主委，那个主机长，我请教哈、哦，国发会主委陈天之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主要是依赖民间的投资、哦、那现在面临投资停止的问题、哦、那其实也是信心的问题啦、哦、因为政府很多政策其实跟这些企业界讲实在话都是背道而驰、啊、他们要的政府没有办法达成，然后一直就是说你想办法一定要赶快加薪加薪加工资、啊、其实各方面都要，我们不是说不能要企业去加薪，一定要让他你有一个好的投资环境，让他来投资，他赚钱，我们当然要去要求，甚至于政府带动、哦、你公务人员加薪的话，我相信也逼得他们也一定要加薪、哦、那其实陈天之他很乐观说，今年的 GDP 啊，年增率突破可以达到2.5%，但是主计处只有1.92%。那这到底是国发会过于乐观，还是主计处啊过于悲观？你的看法呢？跟各位委员报告一下，我们主计总处做的是按照目前的一个情况，到国发会做的，他讲的是一个潜在的经济成长率，是假定所有的人力啦，或者是所谓的资本都充分就业的情况，所以那个是一个目标。所以说，你认为说，这个国发会，这个比你主计总处统计的还不准确，是不是这样子？
不是，它是一个目标，目标是一个努力的方向。那我们目前的情况是这个样子，是 1.92， 按照目前的情况去这个推估是 1.92， 那个是要当成一种目标。主计长，目标总要比实际好一点。其实哈，如果有机会向上突破，当然是好事。但是你认为政府要怎么解决投资停滞的这个信心问题呢？这是很重要啊。是的。那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整个行政团队都在努力，希望说这个能够透过政府投资的带头作用，让民间的投资也能够增加。那个朱主机长，有，因为陈天之主委说，去年呐、啊，景气在谷底，投资率这个数据很低，好、哦，那主计总处预估这个投资率，这个并没有加上基础建设的因素，那请问主计总处？为什么没有加基础建设的因素去评估106年度经济的成长率？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目前的政府的投资都是在计划之中，还没有预算，还没有送大院审议通过，那具有未来，具有未确定性。所以说，你等于是那些特别预算，你预计说未来再举债，那我请教你，你想投资的这个1兆啊，分成4年。是不是全部都是举债？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的裁员是多元的，举债只是其中的一项。举债要举债多少？我们目前并没有说是会将来会所谓的说一定是会1兆，那个但是我看那个媒体报道，全部都是写1兆啊，4年要投资1兆啊。跟委员报告一下，那个所谓的一个金额啊，有一部分不一定是全部透过公务预算，有一部分是会透过基金预算，那个不在那个所谓的那个举债里面，因为它可能是自偿的，有一部分是在政府可以控制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事业，但不是公营事业，像那个公营事业怎么？你是卖股票、卖基金？我们目前只是说那个只是裁员之一的，那裁员可能是多元的，不一定是发行公债。这个朱主席长，是因为哈、哦，这个是很重要哦，财务的控管。过去啊，这个可以说。近几年呐、啊，我们都把它控制的，就是在国民党执政那时候，每一年都还有还一些债务哦。那你不是说现在把这个举债债限用到这个最上额哦，然后债台高筑，债留子孙，基础建设要做，但是最重要，我认为说你要有投资经济效益啊，不是说我做了基础建设哦，找一些人来做，多一些工作机会，但是。它后面的效益要是没有出来，对，我们到最后会变成什么？我们都会有成本效益分析，会变成哦，这个等于是你一个窟窿啊！你像那个高捷，像那个屏东恒春机场等等，过去所投资的那些都是问题啊，你不觉得吗？今天你要是说没有真正把问题点出来哦，没有将里面这些这个投资的这些经济效益，尤其很多轨道工程。你做了以后，你像现在我们不是这个机场捷运正在这个通吗？那你没有降价就没有人做啊，降价可能降到他说不定啊，哦，你要达到10万人一天10万人，哦，那个要降到多少？而且可能他这个那个票价大家都嫌太贵，这个都是问题啊，哦，今天不是说做了就好，而且。它是在北部地区哦，北部地区是人口比较稠密的地区哦，啊，你要是坐在南部哦，你们坐高铁啦等等，到时候那个经济效益根本就不够，你等于是投资那么多钱，到最后会变成衍生后续的这些窟窿越陷越深呐、啊。那个主席长，你有什么看法？跟委员报告一下，轨道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计划，它的效益必须用长期来考量，而不是说只有短期的1-2年的。那跟委员报告一下，我刚才讲的，我们的计划都会提出那个成本效益分析，而且计划都会送到大院去审议的，让大家都能够充分的交换讨论。那个朱局长。是的，因为哈最近呐 这个很多人谈到，我看最近的媒体报道，就是我们的薪资啊，这个16年来啊都维持在低档，哦，那你有什么看法？因为我一直认为说，
你造成说我们其实很多人才都外流，为什么外流？因为他们认为说以他、这个的才华，以他的能力、在国内只有赚那么 一些钱。昨天晚上我还跟几个朋友，他的小孩子常年都在国外，他说他回来国内、他拿到博士学位，在国外他有一些、这个很好的才能才华，但是在国外一个月赚差不多20万，回来国内去争去应征，他说3万5，当然他不可能留在国内啊，两个小孩都在国外，常年。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这也是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把基础建设做好，然后让企业界能够往更高级的一个产业、更高品质的产业发展，让它的附加价值提高，这样子的话员工的薪水就会提高，而不是说只做代工的产业。因为、现在产业创新是很重要、主要过去我们都停滞在就是那种比较传统的那种模式、在操作，所以说其实我认为、政府要拼经济、不是每天搞那些有的没有一些政策搞到人心惶惶，那这个对不管是军工校人员也好，甚至于全民也好，大家都不能接受。你看一例一休搞到大家天怒人怨、大家骂、我今天早上还看了一篇、那个医院里面那个护士、这个骂到臭头、其实那个赖大家都会看到。那我认为说这个政府就要检讨、有没有什么改进之道，什么去调整，要面对。今天不是鸵鸟，今天鸵鸟我们整个国家不会进步，永远就在那里打转、以上谢谢。谢谢。下一位发言请赖世宝赖委员，那接下来于婉如于委员发言完毕就休息10分钟，谢谢。好，谢谢主席、请一下审计长好吗？请林审计长。委员早。这个我刚看你报告、今天我很仔细读了你报告，其实审计部就是审计各政府各单位钱用的怎么样嘛、那现在政府要推出一个前瞻的基础建设，4年要1兆，里面项目你知道吗，审计长？给你们报告这个部分，因为还没有、提出正式法案，所以我们目前没有详细的资料。这里面已经陆陆续续揭露了，有好几项，有轨道工业什么的，绿能，有一项叫城市风貌的一个改善。这个到底是给各地方政府啊，首长用，等于是他小口袋，这到底就绑桩。2018年选举要到了。选举要到了，我们看了没有几个伟大的东西，他就是要绑桩。2018年的选举，我就请教审计长，你怎么样发挥审计的功能，不要让4年1兆元沦为县市首长选举的绑桩用的钱，未来选举用，等于2018选县地方县市首长，2020选总统大选，变成一个绑桩就开始绑起了。你怎么样来预防这一点？是的，我想在这个预算政府的这个资源，那么来自税收或是部分用举债，怎么样把这个钱用在刀口上，那最关键的还是在原来计划的编定跟预算的拟定。那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这个审核机制，就是这个大院。那依照预算法34条规定，如果说像说这个基础建设这个重大建设的话呢，那么它必须要提出很详细的一些这个成本的分析，还有其他的这个替代方案，那么这些方案一起要送到这个大院里面来。那审计长，你没有回答问题啊？这个你这样的回答问题是要照本宣科啊？是的，那如果说他要将来、好，透过特别预算的话呢，那么依照这个预算法规定83条，他符合83条的要件，那也要经过这个大院来审议。现在立法院他们人多，他一定会通过了哈。我们再来看你的报告里面写得很清楚。政府现在财产有将近9兆5千亿，被占用的非公用土地34万多笔，900多亿，闲置土地20多万笔，1000多亿，这个都没有处理啊，都没有处理。然后我们有9兆多，
的钱，然后你现在说现在政府没有钱了，要来砍军工教，那是摆漏，那是法律保障的，冒着违宪之余，因为过去跟人家签了，它是个地缘给付的概念，它不是个恩给制的概念，结果这样子，用这样子，当然现在因为是大家社会上很多搞不清楚，对啊，没有钱啊，我们年轻人领不到啊，所以这一代应该少领一点啊，没有错啊，制度很高，这道地民粹嘛，从法律上的角度来看，是不是可以看得到政府有9兆多，然后被占用的也是1000亿，然后呢闲置土地也1000亿，如果说政府穷其所有的力量去处理他的财产，那就没钱啊。所以大家共体时间，你砍一点，我砍一点，大家都可以接受。现在不是啊，政府钱这么多在这里，财产这么多在这里，然后放着不处理，然后说哦砍了，为什么砍？就政治操作啊。这些人大部分不支持这个执政党啊，就是安尼两样。陈局长，要不要回应一下？跟委员的报告就是这个国家的这个主演在国有土地，不管公用非公用，那么常年来都有一些被占用或者闲置，这一块其实审计部盯得很紧哦，所以包括从1999年，还有在100年左右，我们都陆陆续续把它提报了监察院，监察院也通过。没有，我跟你讲，我们的财产总额有9兆多啊，九兆多，他没办法去处理。那这一块就是在占用地的清理，其实国产局他也定一些清理计划。九兆多啊，有积极在处理。政府有9兆多，你写的、啊，这是你写的、啊。所以就是这么多的财产。被占用的量值 是有在逐步在慢慢在减少，有在做。没有，你回应一下哦，刚才我所提到的，是原来的法定的要给人家这样地缘给付的这些的，要砍他们18%，没有法源就放旁边。但是退休金这一部分，是明明是法律上的定，为了政治操作，他要去修法，然后呢溯及既往，这个东西是违宪的。是不是？然后放着财产这么多，9兆多在这里，放在这里不处理，我的问题在这里啊，你没有一直没有回答问题啊。对对，我想在审计的一个基本目的，在怎么样能够来提供政府开源节流的一个建议哈，那能够收到这个实质效果，最快我们这几年一直非常努力，所以像说我们审计结果，好吧，那个审计长请回好了，好吧，我想请一下朱主席长来。好，那么这块我们以后会照委员的这个提速再继续加强。那个4年1兆，好好盯了，陈局长，4年1兆，好好盯哦。来，朱局长，这个美国要升息的嘛，哈、哦，几乎确定哈、哦。法国可能脱欧，法国现在号称今年度最大的可能黑天鹅，就是法国的候选人叫雷鹏，他可能当选，虽然现在预估他当选比例不高。他现在预估当选比例就跟川普当选比例那时候选前一样，大家没有看好他，可是他可能当选了、啊，川普当选了、啊，雷鹏也可能当选，所以今年最大的黑天鹅就是法国可能脱欧，这个对台湾经济有什么影响没有？我们跟法国的确有一些高科技的一些往来，但是我们跟法国的整个贸易金额啊，并不是想象中的那么高的，所以所谓的说会对经济成长的影响啊，目前我们并没有估计。你没有估计哈，好好去估计吧。它不是只有法国单一国家，它如果法国跟德国是欧盟的两大支柱，它一离开欧盟，等于整个崩掉啊。对，整个崩掉了，整个欧盟一崩掉，这个是山崩地裂啊。我们在总体对全世界很大的一只天黑天鹅，那一个是所谓的外生变数。那根据目前的话的一个国际机构的研究啊，那个国际间的一个贸易的往来以及经济的全球的经济成长啊，是比去年好啊。至于说那个的情况，我们等如果有了国际间有了新的有一个所谓的结果的话，我们会放入我们的经济模型里面。现在还没有放，这目前是有。目前都有，如果有改变，那个国际的情况，有改变。目前的预估 GDP 多少？今年？成长？1.9。有没有办法到2？我们努力。这个最近你也知道，这你方面你也很懂了哈。这个热钱呼进来，呼又出去了，因为美国升息嘛，又出去了。这个台币就这样上上下下，上上下下，这等对物价影响怎么样？
如果是那个所谓的那个，我们如果是有贬值的话，对物价贬值，新台币贬值大概一块钱的时候的，我对物价的成长啊，我们有做这个估计，大概是零点一。我在资料再补给那个委员。我记得是零点一是什么物价？所以台币贬，物价对 GDP 比较好，是不是？啊，可是长期不见得是好，因为那个进口的东西的价格就会比较高了。一般大家认知了哈，台币升当然对台湾比较好啊，大家都握台币啊，不利于出口，大家都握台币啊，不利于出口，也许我知道，拿出口比例越低了，不利于出口啊，不利于出口，但是对消费者则有利，当然有利啊，购买力提升啊，出去外面玩了啊，可是对厂商出口不利，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台币的贬值、升值，短期好，长期不好，是不是？那个由央行判断来，由彭总裁来讲，比我更……啊，你刚才已经讲了，讲到一半，你刚不是讲了吗？我不能够过分的……不是不是，这是你职责哎。对 GDP 影响当然是你啊。我们会在模型里面去分析、啊，那个是一个统计分析，至于政策分析应该由央行总裁。大家现在讲说台湾十六年薪资不涨，这是客气的。今天你要讲三十五年来大学起薪都一样。我跟委员报告一下，的确购买力评价，我们就做国际间的研究，我们是比较是说东西比较便宜，所以从消费者的立场来看，委员讲的是有它的存在的价值。这个三十五年来物价一直涨嘛，哈，薪资不涨，老百姓很痛苦哎。台湾的一个所谓的一个薪资不涨啊，事实上薪资原来有涨，因为有台风的原因，物价上升了，所以实质薪资才下降。最近一例一休影响怎么样？我们一例一休的，就是说我们有在分析一例一休的成本会增加多少，然后放在我们总体经济模型里面，那我们的一个分析是不会几乎没有影响。你是讲平均值的，哦，对，主席长，大家都很清楚了。只要讲统计的平均值，那个叫两个字的，叫糊弄，加五个字也可以叫糊弄老百姓。你听我讲完了，对不同行业影响很大，运输业影响很大，医疗服务业影响很大，长照影响很大，餐饮业影响很大，平均没有影响。这平均就是糊弄老百姓，不会的，会。我跟我不会去讲说一个腿放在火炉里面，一个腿放在冰箱里面，平均很舒服。我不会讲这种话。你再讲一遍，再讲一遍好吗？一条腿放在火炉里面，一条腿放在冰箱里面，平均很舒服。我不会讲这种话。你有这个经验了哈？我没有这个经验了。OK， 谢谢，谢谢。好，谢谢。下一位发言，请于婉如于委员。于委员发言完毕，休息十分钟。朱席长，有请朱席长。请朱席长。喂，你好。朱席长早，我想请教朱席长，就是在2月15号，根据媒体的报道，朱席长说一例一休政策可能会推升 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0.14到0.36个百分点。我想请问一下朱席长说你这是怎么估算的，可不可以做进一步的说明？对，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我们是说他的那个所谓的那就是一例一休的，或者是一个劳动新制的话，因为他有一个所谓的说劳工实际会休多少一个假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有假定下限是说最低的会增加，至少会增加薪资成本175亿，啊，上限的话究竟假定所有的情况都发生的话，那我们会薪资成本增加
730亿放在总体模型里面去分析，那那对物价的一个效果，对，有直接效果、间接效果，我们都考量。是，所以主计长，你们这样子，你到现在还是这样子，觉得是这样推估嘛？然后你这样的一个假设前提是说，这个假设厂商完全转嫁薪资成本，对 对, 對，完全转嫁，估计下限是175亿，然后上限是730亿嘛，对不对？好，好，那我就想要请问主计长说，同样在2月15号的媒体报道，一样是主计长说，今年 GDP 由 1.87 上修到 1.92%。出口投资及消费都上修，但民间消费上修幅度不是很大，因为有一些抑制因素，例如劳动政策的改变，但影响不是很大。预估今年 CPI 上涨 1.08%， 低于去年的 1.4%。 我相信主计长，你看到这两个同一天的报道都是你讲的话，你有没有发现有一点矛盾啊？你一边在提到就说一例一休是造成 CPI 上升的主因，你推估嘛，可是你的这个 GDP 你也是推估，却说劳动因素是抑制民间消费支出的原因之一，是不是可以请主计长说明一下？这个因为我不晓得这个中间的转折是，是我讲错的，还是不知道讲的说跳得太快，还是说这个转速有一点问题了，因为我们的民间的消费啊，不是只有所谓的一例一休不是主要的因素，它最主要的是靠这个所谓的薪资的一个上升嘛。啊，那我们预计薪资会适当的一个上升。那如果薪资成本增加，对企业界来讲，它会是薪资成本的增加，它可能会供给面对物价可能会影响。是，我相信主席长，我这边指出来，你可能就发现吼，你们的这个说辞其实是互相矛盾的。我只是想提醒主计长，你不要透过这样的新闻稿变成乱带风向，因为这样的新闻稿很明显的是你们先射箭再画靶。好，那我相信主计长也很清楚，就是说你们真的要研究 CPI 到底它的变动，其实应该 focus 是在劳动薪资，是吧？好，不是一例一休嘛？好，为什么我这样子讲？原因是因为我们的劳动新政的第一枪，并非一例一休。我这边资料也整理得很清楚，从去年9月。我们就调升了劳动的基本工资，而且去年10月1日是第一次调整，今年元旦第二次调整。我这边再念一段新闻给主计长听，就是2016年9月9号的，因应法定正常工时缩减，下月起时薪先从120元涨至126元，明年元旦起再涨至133元，月薪明年元旦起由2008元调至21009元。总计时薪调幅约 11%， 月薪调幅是 5%， 创近5年最高涨幅，估201万人受惠。所以我想提醒主计长的是说，你们的薪资法定基本薪资的调整，其实才是真正你应该去关注的这一年来的数据，这是具体的，日期也是具体的。至于一例一休的影响，事实上是还没有呈现出来的，所以这样子的这个，我是比较担心你们这样子的新闻稿是误导大家吼。那大家对于这个政策造成来批评吼，然后你们主计处也跟着来起哄，事实上是不好的。那另外，我再问一下主计长吼，最近你们也是公布了这个平均薪资这边吼，根据你们的这个公布资料，去年我国受雇正职上班族平均薪资为51241元，是可追溯调查以来10年新高。但是若考虑同期的物价，实质薪资为48755元，反较前年下滑 0.67%。那另外，如果扣除加班费、年终奖金等因素，去年国人全时工作者经常性薪资为41074元，实质经常性薪资为39081元。但是我不知道主计长，你有没有看到相关的报纸出来之后，网友说什么？见鬼了！见鬼了！对，所以我想问主计长，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公布的资料跟民众的感受差这么多？主计长是否有别的看法？
我必须说明一下的，因为那个51,000块啊，我们是根据那个所谓的那个，就是扣掉那个所谓的那个就是外籍劳工以及那个 part time 的，就是部分工时人员所计算出来的那一个数字，应该是怎么样可信的，而不是见鬼了的。因为啊，我们的那个所谓的像中国所得税啊，它的那个一家四口大概起征点呢，也大概是60万左右，相对于那个月薪资大概就是5万。那我这边想提醒主计长，就说哈，我看了你们的相关的资料，2011年主计总处的报告哈，有分这个就有提到，就说全时工作者的薪资差异在50%以上。换句话讲，假设如果我平均薪资是4万的话，可能最低是2万哈。它有一个这个差异的这个资料来揭露，然后也有揭露非全时工作者哈，高达六，就是它的差异高达60%以上。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主计长，就是说哈，针对受雇者薪资的离散差异程度，不知道主计长你有没有掌握这个状况？那我们目前现在的所得的差距是不是越来越大？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去做调查的时候，是一个说一个请企业填表，他有多少员工，他的薪资是多少，所以求出一个平均数，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是不恰当的，所以我们未来会每年公布一次薪资的中位数，就是说就像可以达到委员的讲的他的分布情况。是，我觉得中位数可以给人家参考，但是我觉得这个离散差异的话，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参考的数据。是的，我同意。是，我也希望说让大家更对我们主计处的数字和心情是有感的。那另外那天我的总咨询，我请了这个财政部长跟金管会的主委上台，然后我询问院长说谁是我国的 CFO。那当然就说我相信主计长在台下有听到院长是点名你嘛，好，他说我们的主计长跟我们财政部长应该是台湾的 CFO， 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就是说国家的 CFO 对我们财政长照的财政的看法，是不是也可以请审计长一起来，请审计长上台，请林审计长。我必须说明一下，我们目前的2016年度总共可以动用的一个长照的裁员有170几亿的，而170几亿如果到现在送到大院要审议的那个所谓的那个提高遗产赠与税以及提高那个所谓的 N9税的 N 品税，如果提高的话，将来可能估计有400多亿元，400多亿元做初期的长照应该是够的的。那让它建立制度以后的，我们再来找另外的裁员，那个裁员就不一定完全是由政府。我想请问一下两位，就是说其实两位也非常的资深，我们未来长照的支出当然要找裁员，但是我们也知道长照的支出可能会排挤政府的其他公共支出，那我想问两位说在可预见的未来是否有看到这个财政在长照这边的恶化的可能性，那不知道两位的看法是什么？林审计长比我资深，请他先答。都很资深啦，你是 CFO。 委员，就是这个长照是一个政府面对这个老人化以后一个重要政策，当然目前已经看到已经规划这个裁员，包括这个遗赠税的部分，还有包括N间的这个部分。不过我觉得说像这两者税，其实它这个弹性蛮大的，那我个人觉得这两个税它不是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裁员，未来还是要有一个比较稳固的一个裁员来做这个长照的一个应用。是，除了税的部分，我也希望说可能之后我再请跟两位请益其他的一些看法，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我希望能够继续下去。那另外也请问一下这个两位，就说这主要当然也是跟审计长有关，我们看了一下审计机关近四年的这个呈报监院案件数，有关公共工程延宕的这个揭露的问题，发现尤其是审计法第69条报告监察院未尽职责或效能过低案件一直居高不下，尤其是最近我们的基捷花了20多年总算开始通行了，这个国人对这个想法观感是非常不好的，我想问一下审计长有没有具体改善的效果的方法？是的，这一块审计部常年来一直在盯这个政府重大建设，那所以在往年提报这个审核69条，包括说进度落后，还有包括说完工以后它效益不彰，这两方面其实行政院都相当重视。像完工以后效益不彰呢，行政院它有一个这个活化的一个小组，
他每个月每个季都在控管，然后来做一些考核。那至于说新的，除了从这个从这个哈末端哈来去做一个这个考核之外，我们前头是不是也要做一些改善呢？确实，就是前头在公共建设在术前的这个评估，还有这个成本效益哈，所以在重大建设，包括说依照预算，陈局长如果有改善报告的话，方便可以给我们办公室一份，或是财政委员会一份哈。我们把政府在前端后端的一些最后一个问题，不好意思，因为时间有限，就今天早上有一个新闻，就说有关台电的三个核电厂的厨艺哈，原本预算估列是3000多亿，现在追加到6000多亿。这个多出来的这个6000多亿，事实上如果说推估到每一度电的话，也平均月升2点多倍哈，跟原本台电的电价比，这个月升2点多倍。我想问一下。好，无论台电这次是不是编增的，可是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过去3000多亿，今天揭露6000多亿，那这个编列的预算，我不知道两位，好，差距这么大，两位的看法是什么？台电有没有责任？我们就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如果像台电的话，它的公共工程呢、啊，如果 是超过1亿元的话，我们公共工程汇报都会按季的去那个督导。那现在很明显的有编列上的疏失、嗯，我不知道说这个审计跟主计这边有没有什么作为，有没有人该负责？我们会去了解一下，它到底是编列上的疏失，还是说政策上有改变？谢谢。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他们真的编列上有疏失的话，谁应该负责？你们会去弹劾谁？你们觉得最相关的是谁？看看他是不是说是不是有违反说应注意而没有注意的事项。好，没关系哈，这个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但是我还会继续追问，谢谢两位，也谢谢主席。好，谢谢。休息10分钟。
好，继续开会。下一位质询，请王荣章汪委员。谢谢主席。主席，麻烦我请主机长和审计长，请朱主机长、林审计长。喂，你好。嗨，两位好。审计长和主机长好。我想请问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好，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请问我们国家为什么要设置我们主计和审计的单位？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我们主计的单位就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一个公共支出应该是多少，要经过怎么样的一个计划的，然后有经过审议的，然后就变成预算的啊，送给那个委员。因为要管人民的钱财，那人民要到底要花多少钱，应该有个主计单位啊。至于审计单位，是不是请您审计长答问？审计长，请。是的，在整个这个政府的这个财务起足于这个大部分起足于人民哈，所以在整个政府预算的这个收支的控管，还有它的课责，那么在整个公共治理里面呢，都有需要一个外来独立的审计机关来做这个课责的一个工作。好，所以我想，我可不可以这样子讲？我们主计的系统哈，主要就是负责我们政府财务活动的规范跟记录。好，那审计的这个部分的话，事实上是我们政府机关单位之外的，就是说外控的机制，好，就是负责就是说外部控制的稽核的工作。好，所以就是说从两位的，就是说说明里面来讲的话，事实上就是说它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我想请教，好，就是说政府的收入和支出，好，每一块钱都要进入预算跟决算的程序，也就是说我们各个机关应该要按照预算法、决算法、会计法、审计法的规定来办理。好，我想请问两位，好，请问我们审计长和主计长，这个原则是不是在所有的机关里面都适用？有没有例外的？好，对，跟委员报告一下，如果是说只要是我们如果是属于说政府的财政的一项的，也就是说属于政府的各项基金里面的，原则上都应该采用这一个规定的，所以应该是怎么样？原则上都应该采用这个规定。除非说他管的那个钱不是政府的钱，谢谢。是的，在审计职权事实上是宪法的一个职权哈，所有这个政府财务的审计呢，都要受到审计机关的一个监督。所以我们毫无例外吗？我们现行的就是说做法，我们现行的就是说规定里面有没有例外的？在国立大学校院校务基金设置条例里面，好，第十三条的规定。在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在校务基金来源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里面规定，所谓自筹收入的这个部分，好，不在此限，好，也就是他不按，就是说他不可以不按照预算法、会计法、决算法、审计法和其他的相关法令的规定。对，跟那个委员报告，的确校务基金设置条例第十三条有这么规定，不过他有一个限制，是他在自筹收入那一个可以不受这个限制。好，我跟主计长讨论一下，自筹收入按照他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的规定，好，自筹收入的这个部分，项目包括学杂费收入，好，对，学杂费收入认为就是说是他自筹的，好，那推广教育的收入也认为是自筹的。政府的科研补助，还有产学合作的收入、场地设备管理的收入、好，受赠的收入、其投资取得的收益，这一些通通都是我们在预算、决算、会计、审计法里面就是说管不到的。请问两位觉得这样子合理吗？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如果说
他的那个要获得这些收入，如果有使用那个政府所公务预算所编列的一个所谓的那个设备的话，他是不是全部列入？也许值得考量。好，举例来讲，好，我刚刚念的里面，举例来讲，我们场地设备管理收入，这些场地设备指的是大学、国立大学自筹的，他们自己找人募捐来的，还是说我们补助，好，政府编列预算让他新建的？对，这个的确要。难道他没有用到预算吗？对，如果是属于公那个场地设备属于公务预算的话，是值得考量的，所以不受那个相关的规定，那个是值得考量。政府的科研补助，好，这里面就是政府按照科学技术基本法等相关的规定，为了促进科学技术研发，对大学、国立大学院校所做的补助，这应该是预算吧？因为那个是国科会有一个相关的一个规定，但他们是经过那个所谓的竞争去获得那个所谓的那一笔收入的。但是那个那原来也是预算编列的，不是吗？对，原来也是预算编列，所以那个条例啊，我按照委员的意思，我认为是大家可以去检讨。谢谢。所以这有检讨的必要。我再请教，好，同样的是校务基金。为什么国立的高级中学校务基金就没有这样子的排除规定？那个当时是为了大水法让他们充分自主的。我想在这里面的话，我们刚刚讲到，好，这里面很重要的是一个包括就是说机关以外的外控，好，那然后另外的话，主计审计事实上也是有它的相当的专业等等，就是说存在。好，我们现在校务基金的会计事务由教育部另外订会计制度，就不再是按照我们一般的会计制度在做执行。好，那校务基金的稽核计划，只要经过校长同意，稽核的结果和缺失，好，即便发现缺失，只要到校务会议报告。甚至于校务基金管理委员会就可以决定校务基金的投资规划，包括他的就是说投资了。好，校务基金的绩效报告书也只要送到教育部备查。好，我想请教两位啊，好，两位大概都不一定看得到刚刚所前面讲的这些的内容啊。那这样子经费运用自由的程度，好，连我们中央研究院应该都比不上。好，中央研究院的这一个部分 的话，应该比不上我们国立大学这样子的相关的规定。你们认为合理吗？那个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学校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内部稽核的单位，他稽核单位是属于内部稽核，内部稽核原则上是要有具有独立性，但实质上是不是具有独立性呢？也许是过校的尺度不一样。不过的他，我个人认为他是就业基金的，他是怎么样值得检讨的。主计长与人为善，审计长有没有补充？就是从审计的角度来看呢，那么他这个校务基金里面虽然有八项这个自筹收入，那我们的看法就是说，他是一个收支是比较弹性，他自己来定一个这个收支的一个管理办法，所以在收入支出呢，那么他执行上弹性，但是他整个预算还是结算呢，他还是因为他只有一个主体，他就是一个大学，他不会说两套账。所以他的预算结算还是在一起。从审计的角度呢，我们说在审核的时候，看看他的弹性。那么一个是依照一般的这个公务机关的一个体系，一个是照他的收支管理办法。但是在审计上呢，我们还是整体对他的结算还是做一个审定的工作。我想要请教，好，我们国立大学的校务基金的稽核人员，好，他也未必是主计人员呢，好，所以请问国立大学的主计人员，请问主计长哈，到底是听校长的？还是听教育部的，还是听主计总处的指挥？我们知道主计是一条边呢。对，
我们在大学里面的主计人员，原则上我们是怎么？我们会督导他们，因为法令是这么写的，那我们会督导他们去做。但是他们的会计制度是另外的一套，跟你们原来跟你们就说我们一般公务机关现行的是相同的吗？对，的确的，他们是因为为了保持弹性，让他们有一个自由的空间，但这种自由应该有一个限度。谢谢。这应不应该就是说再来做检讨？我们在同样的在湾里面，即便在学术机构里面的话，有两套不同的制度跟标准。对，我觉得是应该让他们有弹性，但不能够所谓的是说，变成一个说是，说没有到所谓的第三者的一个去把它这个检查。好，我最后我想请问审计长，哈，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他既然排除了我们审计法等等的，就是说适用。我们本席从我们的审计报告里面的话看到，好，我们仍然对国立大学的校务基金的整体营运结果有相关的审计报告出来。没错，就是我们在审计上对他整个。所以你们他既然排除，你们怎么样子可以对他进行审计？我想这里面牵涉到一个法律的一个解读哈。那么在审计里面对他预算执行来讲。那么其实就是在审计法二十一条，就是他有没有违反预算或者有关法令，那这块他有个弹性，所以我们就认为说，执行上他的弹性是我们审计的一个标准，所以在审计上有两个标准，一个是他要照法定预算，一个是照他自己的收租管理办法，但是他整个审计的一个财务报表的这个审计呢，我觉得我们没有受到排除，我们还是照常去审计。好，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的是，他在执行上面有弹性，对对，但是在会计审计的这一个部分的话。不应该，好，就是按照法的原意跟精神，在这上面不应该有除外。所以本席在这里面要求我们主计总处跟审计部，不应该自废武功啊！好，教育经费也是国库支出啊！我要求就是说，我们主计总处和审计部，好，从今年度就是说开始要负起相关的就是说责任，对于好校务基金的这一个部分，它略运用的就是说的情况，也应该查核负起相关的责任。请问两位可不可以做到？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会在这个相关法令规定之下啊，怎么样去行使这个主计的权利？谢谢。我们会照审计法，我们还是该监督的监督。好，谢谢两位。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执行请郭正亮郭委员。是不是可以请审计长？请林审计长。喂，好。第二页哈，这个是审计部的网站。对。那我们看到中间审计绩效，你把它放在中间，表示这个最重要了啊。你下面写了一句话：您知道我们让多少违法失职的公务人员受处分吗？啊。审计长，你对失职的定义是什么？是的，这个跟委员报告，在网站上里面，其中这个只是其中一个画面哈，事实上它是一个跳动式的一个画面。好，没关系。那么这个违法失职，我们是依照审计法十七条，就是不好或是不忠于职务的一个行为，那或是有这个违反这个刑法各方面都是属于审计法十七条。那我们全国的公务员大概有三十五万人哦，你认为合理的失职比例应该是多少？这一块我想应该是要越少越好，但是在审计机关，我们照审计上，我们会保持比较大的一个这个我们的专注能力，那希望能够主要做不好的。好，我们看下一页，好不好？尽量把它揭发出来。这一页是2015年监察院处分的违法失职公务员人数啊，记大过只有一个，记过十二个，记申诫197个。没有错吧？这个是你们自己的表。好，我再跳到下一页。这个是我帮你们核算的比例啊。大过一人是0.0002%，记过十二人是0.0035%，
申诫197人是 0.057%， 总共210人是 0.06%， 你觉得这样合理吗？跟委员报告，就是在我们104年度，对，这个是2015年，对啊，2015年啊，在整个这个通知各机关查明处分的部分呢，那么在记大过事实上有2位，记过有64位哈。那么我想这个百分比，我那个表也是从你们的网站这个百分比哈，没有办法用一个公务员百分比说要达到多大的。实际上我问你了啊。我们知道行政机关自己的考绩啊，连三丙的比例也几乎非常低了，几乎是零嘛。然后你们呢，违法失职的比例也这么低，很多大概都是万分之一了。那我们台湾的公务员几乎没有人管了嘛，不是吗？哎，给委员报告，就是事实上审计呢是针对这个财务这一块来做一个外部监督，而且不止啦，还有行政绩效啊。对对，就是整个财务的这个。我们看下一页。合规线跟效能线哈，对。这个是你们自己写的愿景、啊。愿景跟我们的这个对。哦，所以我跟你讲了，我们是有所准备的啦。那请问第三条是什么呢？提升政府施政绩效嘛，不是吗？是的，所以对这个未尽职责的部分，我们每年会把它移送监察院，大概有接近80件左右。对嘛，所以提升。政府施政绩效不是只有财务部分嘛？对对，还有它的行政效率嘛？对，不过还有它是不是达标嘛？对不 对？是。那你认为我们的公务员的表现已经好到不到万分之一的比例被记过，你认为这合理吗？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会尽最大的努力呢，把一个做不好的，包括违反法令规定的最大的努力啊财务行为。好，那我们再往下看下一页。这个我本人也在 EMBA 教书啊。这个 KPI 事实上我知道大概就是几年前国发会要求落实的，然后各行政院各部会就开始推了啊。KPI 事实上是有定义的 ，K 就是说它那个项目必须要非常关键啊，就是说它必须对政务本身足以涵盖它的核心项目了。那第二个 performance， 我们说它的方法必须要有效，就那个项目列出来之后。那我确实能够达成这个项目，那最后是一个指标嘛，啊，可以量化，具备一定的挑战性了、啊。我想你们也是针对各部会他们自己列的 KPI 指标，然后你们去做考核嘛，对不对？是的，没错。这是审计部的做法嘛，对不对？包括这个行政院、国发会，还有我知道啊，都有在做考核。那你们有对各部会的所自己列的 KPI 指标做过质疑吗？这个部分我们有去做审计，就是它行政上呢要有各部会，然后再透过国发会来做一个考核。我知道了，我现在问你啊，我现在问你程序了。对，就当他们列出来一些指标哈、啊，然后他当然会列出一些，比如说人数啦、啊、次数啦、啊、等等等啊。对，那你们是不是只做次数的考核，而不去质问他那个指标是否合理？有，给我们报告就是说，我们发现比较一个常常看到现象，就是说他这个 KPI 呢对他没有激励性。比如讲说，本来往年都做100件以上，那他定的这个指标呢，定的比那个以往的达成率还低很多，所以他一定会达到，所以他本身输掉说这个 KPI 对这个。所以你们会要求改正吗？有，我们有类似像这种。我们到下一页提出来，这个是几个绩效指标哈？对，这个我想请问你一下，农委会他要调整农业结构，定了一个指标叫青年务农100人，你觉得这样合理吗？哦、第二个，财政部各级政府拨用国有地目标7000笔啊，那不去区分这个笔是用在哪里啊，就是重量不重值啊，审计部有在要求这个吗？跟你们报告，我们对它的一个绩效指标的内涵，那如果觉得不合理的话，像我刚刚讲的说，电的没有激励作用，不是嘛？这些都是真正发生的，这个都是真正发生的。我们有提出建议。哦，台北市这个我讲是柯P自己说的啦，桂子坑乡村俱乐部被12次检举，12次都有结案报告，那对于你们来讲，是不是有12次绩效的表现？是不是这样？没有错吧？按照你们现有的标准就是如此嘛，所以你不去追究。这12次的处理前后逻辑是不是合理？你们只看，有这个案啊，结果执行了嘛，所以就是一个合理的表现，是不是这样？
跟委员报告就是说，我们对他这个本身定不合理的，会提出一个检讨。那他整个绩效当然要透过行政程序。所以我又回到前面。审计长啊，是，其实我是很重视审计部的、啊。审计部其实审计权是很重要的权利啊。我们立法委员因为没有审计权呐、啊，不能去审核决算啊，市场权力是大量被削减。那把这个权力交给你，那你是这样在使用这个权力？比如说我刚你说有一些你也认为有问题嘛，对不对？那如果指标设计不当，是不是失职？跟委员报告，这个要看他的。比如说你就发现了，我相信你绝对没有把它列为失职嘛，所以那些公务员还是无所谓啊。我举最下面那个例子，这个是2015年大家公认最离谱的例子哦。内政部补助地方修建18个殡葬措施，他把它列为是落实人权保护。那针对这样的行为，明显文不对题。那请问内政部那个承办人员，你有没有列为失职啊？没有吧？这块我们是有提出，你一定没有嘛？因为你只根据你的法律来执行嘛。因为我们的叔叔就是说他违反法律规定。我跟你讲啊，审计长啊，做的不合理。如果有违反法律，就送检调，送法院的啦。那要审计权干什么？我们看最后一页，我时间也差不多了。你去看人家怎么执行审计啊？这个是财政部推动医化的指标。我们台湾的财政部下面是我们的指标啊。无纸化通关20000件，电子发票41亿张，资料开放累计100项，都是用量化指标，不区分它的值跟量嘛。你看新加坡怎么定啊？人家第一项叫企业电子申报10分钟内完成的比例，海关电子申报10分钟内完成的比例，民间退税14天内完成的比例，这个才是值啊。这个你同意吗？我同意，就是要尊重这个让人家感觉的这一块。对啊，你也同意嘛。所以这个完全用量的，事实上我们大部分的部会都是这样干啊，不是吗？那你们会不会要求各部会要改善？我们变成新加坡式的指标？会像说委员提供这些都蛮好的意见哦。我们在对他的这个定这个 KPI 的一个合理性的部分呢，我们再继续来审计长。是，我就是希望你能够硬起来啊。我们对行政院的各部位不敢期待啊，可是对审计部有很高的期待啊。你们应该要直接对他们做批评啊，说他列的指标不合理，重量不重值，对台湾的效率提升没有意义，这种话你要敢讲啊。有跟委员报告，事实上在审计我们该讲的话，我们都只要对政府有益的，我们都会提出来。审计长，我跟你讲啊。我这个在立法院这后面3年，我都会在财政委员会了，所以我明年还会继续看你的报告，好不好？谢谢。我们希望你这个对于绩效指标能够对各部位有更严格的要求，对失职的一个处分的比重啊，也能够随后提高了，好不好？好，好，加油，谢谢。谢谢，谢谢。啊，谢谢。下一位发言请施益方施委员。请朱主机长。请朱主机长。委员好。主机长好。本席今天要谈的是那个提醒一下，就是前政府的施政哈，希望在新的政府里面不要重蹈覆辙，这是我今天执行的重点。那我想在上个月公布的这个失业率里面，其实你也可以从荧幕里面看到，虽然这个上个月的公布率是失业率是创历年来的新低，大概是 3.78%， 那也很低的。不过从邻近的国家里面，从日本、南韩、新加坡这几个国家都远低于台湾，所以失业率的部分这个部分其实还是有待于加强。那此外，在去年公布的那个薪资统计里面，也因为消费者的物价指数在上涨了 1.4%， 所以在2016年的那个薪资只剩下大概46422元，
但是这个部分并不如2000年的那个46,605元的这个水准哈。那我想过去的那个薪资的倒退哈，这是一个切实的事情哈。那今天这个执政团队里面应该要一些数据，就是让人民有感的数据。那这些数据要很真实，哦，就像上次公布了一个5万多块哈，那个一公布出来，就人家觉得说，怎么会是天方夜谭的这些数字哈。所以主计处除了在统计的结果以外，那本席认为说，你应该要会同各相关的单位啊，比如说劳动部，或者是说经济部等等的单位，把你这一些要解决的这一些问题啊，好好的跟他们说明，然后寻求对策。那这是一个实质的改善哈。那主席长，您认为如何？对，委员的意见非常好。那因为的确像这个失业率的话，那我们行政团队的话特别注重就业率。所以我们的口号就是创新就业分配，就业是说希望能够透过创新能够就业，而且这个分配面也能够解决。那分配面能够解决的话，就是说属于比较低薪的劳工，他们的薪资能够提高，所以是我们整个施政的一个方向。谢谢。好，那我想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整个实质的统计的数字啊，这一些应该给各部会相当的部会里面更熟悉、更精准，这样可以吗？的确，我们那个像劳动部的统计的，我们都会跟他相互的一个沟通，而且他的统，因为主计一元化，他的统计人员也是主计单位派出去的，我们合作是非常通的。另外，在过去哈，在前几个会期里面，本席也跟你谈到的是经济成长的预估这个部分哦，甚至有一些预估的模式哈，我们也曾经讨论过。那从这个图表里面也看到说哈，每一次的预估都精准度都太差了，你可以看到那个橘色的部分，每一次的预估好像第一次的预估都在诈骗国人一样，每一次你的那个水平线都排得相当的好，但是本席也去把你那个估计的误差的百分比把它列出来哈，啊，这个数字你可以看到红色的跟蓝色的线，尤其是更离谱的是在金融海啸的时候，你预估的是 5.08， 结果失准度是 131%。连那个金融海啸你都可以让经济的成长估得到5点多哈，这个部分我是告诉你说，在过去的政府时代一直在美化数字，但是这个数字每一年都会兑现。对，主席长的看法。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做经济预测的时候，它会有一些所谓的外生变数，那些外生变数的话，是因为我们为什么会那个影响程度很大？因为我们对外贸易的依存度啊，就是进口加上出口啊，大概有90%几，所以国外的一些风吹草动、金融危机的话，会影响那个预测的一个失准，所以我们大概每季都会做一次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修正的。谢谢，这个本席了解。我们会不过在预测的这些人都拥有很高的协力、很高的预测的能力哈。我想从整个经济面，台湾也经过这么多年、许多几十年的这个部分的预估哈，我想总是用猜的，本席用猜的也可以猜得到嘛。啊，怎么会连那个这么精准的哈电脑的计算之类的、程式的应用之类，怎么会差那么多哈？你预估今年的那个经济成长应该是多少啊？我们目前2月15号的预估是1.92%。这个数字的精准度如何？就目前来讲，我认为是最恰当的一个数目字啊。至于说，经建会他们对外宣布的2.0到2.5的话，那个我在外面也讲过，那个是一个努力的一个潜在的经济成长率，是一个努力的目标。因为本席在开始就跟主席长报告过了，就是说我想旧政府时代的那一种预测的失准或者是不当之类的这些必须要做改善。我想每一次的经济的这种预测不要沦为老三啊，每一次人家就经济研究处也比你好，或者是中央研究院也比你好之类的哈，你每次这个整个这么精准的预测的单位，怎么会沦为老三的角色？
不会的，我们一定是就预测国美所得的话，我们一定是老大。不过好 ，OK， 你认为是你的老大 ，OK， 好，那1.92，我再看看你今年预测的水准的功力如何。谢谢。好，那再下来就是有一个就是常建用为联动条款调整基准物价指数，针对这三项 CPI、WPI 跟 CCI 这个部分，你认为这个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这三个指数的话，它各有各的功能呢。一个是对消费大众，第二个是对那个一个大众物资的一个一个出售。而营造工程物价指数的话，是对营建业特别适用。对，这个三个的部分代表它的意义跟它的目的是不同哈。这对。那你认为 CPI 跟 WPI 在今年里面预估是多少？CPI 是大概是1.08%，那那个所谓的那个 WPI 的话，我记得是1.53，因为原油的那个上涨。营造工程物价指数，我们目前没有估计，我们只是定期报告实际的数字。你跟那个中华经济研究院还是有点差了，不过本席还是会再检视你这个部分。谢谢。那营造工程的部分，因为整个在105年跟104年，它因为水泥的及相关的物品的这个走势，所以整个材料的下跌跟工资的上涨了哈。还有机械设备本，所以在105年大概下跌了1.69%左右哈。那光这一个部分，在今年呢，营造业的物价指数的那个跌幅多少，或者是涨跌多少，主席讲清楚吗？一月份呢？抱歉，请提示。好，请提示一下，今年哦，今年的那个部分的一月份大概在2.31%左右，2.31%左右。那当然了，营造业跟一般的行业是其实是不一样哈，因为它今年受到一例一休的冲击，整个营造业它有一些部分是连续性的工作，或者是说它会单一性的厂商的工程在施工的过程，或者是说它必须有代理人等等的制度，而造成这个一例一休以后的整个物价的上涨，或者是材料的投入之类的提高成本。那这个部分我希望就是说在未来里面，对于这个主计处的统计资料或者是预测的资料，应该要很完善的资料提供给工程会等相关的工程部门。不晓得主席长认为如何？我们会那个我们会去会按照委员的那个指示啊，会做这一项工作。事实上，我们的任何指示啊，都会有提供给相关单位的。好，这个部分我想也要主动出击的哈，因为为了整个工程的部分。谢谢。那我想一下，请一下那个审计长林审计长。喂，好。我想今年的那一个整个建设哈，过去的建设里面哈，有那个前瞻性的基础建设嘛哈，那这个部分在过去哈，这个马政府时代也有一些就是曾经做过的部分啊，比如说那个太阳能这一些部分哈，那这个部分也做的被审计部有纠正过，就是成效不彰哈。那所以本席要提的就是过去的政府的施政经验哈，避免再错发生。那今年因为有前瞻性的建设，那过去的那个政府哈，对于那个工程啊，它的最低调部分一直都采用最低标，所以也造成了很多工程的品质不良啊，工期的那个落后之类的哈。那整个对于政府的采购人员，当然他为了要免责或者是免除其他的问题，采用最低标是最安全的方式。针对目前哈在推展的那个最低标以外，还有一个就是有利标等等哈。那我想再借这个时间也跟审计长沟通一下，就是未来在最低标的部分，你认为说会是这样的做法吗？跟委员报告，这个目前的这个政府采购法的解标方式是国际的通用的，就是照这个 GPA 这个世界这个政府采购协定，包括有最低标，包括有最有利标。那么在最低标里面呢，如果说它低于底价85%的话，那么他也可以把它排除不用，能够采用这个初低标。所以事实上这个都是各种这个机制，那主要说机关他勇于负责任，他觉得说这个工程是符合最有利标，
那他应该勇于去负责，用最有利标。但是如果说这个工程是没有什么异族采购线的话呢，那么他也应该用最低标。那对于这个价格不合理的部分，他要负起责任把它排除掉，采用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我想我今天跟审计堂沟通的部分，就是说未来因为长期使用最低标，所以在有利标的部分，不要带着有色的眼光去看这些公务人员，因为整个最低的价格不会买到最好的品质，应该是要货真价实。那行政院未来要鼓励大家勇于去采用最有利标，所以他在去年也订定一系列的措施，包括说在这些委员的部分，还有在采用的时候呢，那么让各机关能够勇于该用最有利标就勇于去用最有利标。那我们会看看各机关的执行情况。那本席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对结算法第七条的部分，在去年在104年的时候，税出的部分的那个规模有保留了大概1452亿。那这个部分占了整个 percent 是8%哈。那对于未来如果在4年内这些不执行的，比如说这些应收暂款或者是保留款、应付暂款之类的部分，届满4年了以后，把它就是全数就是缴回国库，这个部分审计堂的看法如何？是的，在结算法第七条这个保留的这个期限本来是5年，后来在上次修改结算法的时候呢，把它改为4年，但是这个部分呢，它是可免疫编列哈，那实务上目前不管是公务预算或是这个特别一结算的部分呢，那么它保留另外依照预算法的规定呢，它经过这个主管机关核准以后还是继续保留，所以实务上呢，它有超过这个4年这个情况。那么像说以这个建改基金来讲呢，它已经超过10几年。那对这个如果是说未能实现的部分哈，免疫编列，然后全数缴回国库，这个部分你的看法如何？我觉得说这一块是要比较，我们希望它比较严谨一点，因为它预算编列出来，经过4年未能执行，还执行不了，未能执行，那还是继续在这个控管的话，未能执行了，在跟这个属组上代表说它原来预算的编列或是在保留，可以再进一步精进。就责任政治的角度呢，我们觉得说可以再进一步精进一点。好好，因为时间到了，好，谢谢。好，谢谢。谢谢施委员，接下来我们请罗明才委员质询。罗委员请。主席各位，出列席官员带来哈。主席和请主计长。主计长请。朱主席长你好。罗委员好。台湾的年轻人非常非常的可怜的哈，起薪那么低，然后整个实质的薪资所得啊，大概跟30年前也差不多，不遑多让啊。那面对这样可怜的情况，要叫台湾的年轻人怎么办？我一直觉得政府是低薪的元凶啊。政府要怎么做？怎么推动？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低薪呢、导致有一个原因是，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跟我们的产业结构有关系的，因为我们的产业结构啊，最主要的就是说还是制造业里面以这个代工为主啊，代工为了竞争的话，大家都拼命的去把成本降低，而成本降低的话，因为原物料要靠进口，很难降低，所以最后为了那个订单就会去要求把那个是怎么薪资降低啊，所以我们希望我们的产业啊，透过创新把品质提高，然后能够居于说是在上游的一个所谓的一个产业，而不是说在下游只会接订单而去把成本降低。所以创新就业分配里面呢，创新是最重要的。谢谢。大家都期盼政府能做一点事，是的，能改变年轻人的现在遇到的困境。你说要产业结构调整，那你们怎么调整？那就所以说要怎么做？那就是我刚才在其他委员有提到，我们希望基础建设做好，然后企业界也能够往高层次的那一个投资的，让投资，因为每一个人所使用的资本设备愈多的话，他的薪资就会自然的上升。谢谢。我们看到川普上台了以后，他列出了很多的施政的方向。那刚刚主席长你讲到说所谓的基础建设，台湾基础建设哪里还做不够吗？
现在有多少的文资馆，有多少的建设，事实上我们看到很多的东西向或是很多地方相间的道路，路开得非常大条，小猫两三只，那是不是投资上的一种浪费？反而是整体性的发展，究竟要把年轻人带到什么方向？你莫衷一是啊，没有方向啊，没有目标啊，没有方法啊，这样的政府叫青年人怎么样期待？所以我们的一个前瞻基础建设的话，我们会多做成本效益分析，而且预计它的效益。现在前瞻这个是要花5000亿还是1兆？目前金额并没有说这个是还没有统计出来，不过在我们那个特别预算条例送到大会的时候的，我们就会把说它总共的金额的，我们预计大概8年总共的金额是多少，会跟这个大院的这个送那个特别预算条例的时候草案的时候，我们就会把金额也会列示出来。主席长，我希望你在那个地方把关把好了，好不好？当然，当然。把关把好的意思就是这些啊，不该做，通通不要做啊。对。台湾有没有高铁？有。台湾各地方东西向，每个基础建设跟美国不一样嘛。美国是在很多地方没有做，所以他这个往这个方向发展。为什么不把这5000亿好好来培养青年人，让这个年轻人他未来有方向？在台湾就是这一词嘛。对，我想请教，台湾现在经济成长率今年是多少？我们预估今年大概是1.92%。好，请问大陆的经济成长率是多少？大概他们预估大概6%到6.5%之间，不过经济发展阶段不一样。好，他6.5%，他每成长1%，代表多少的金额？我这个，他的数字是相当相当庞大的。对。所以政府的责任是应该要怎么样来引导年轻人到有鱼的地方，有鱼的池子去抓鱼嘛？怎么会陷在台湾这个困境里面？台湾现在的这个投资的情况怎么样？目前大概相对于整个经济情况的话，我们有超额储蓄，的确是有投资需要再提振。主席长，外资到台湾投资的情况怎么样？外资整个的那个目前的话的，长期的趋势是，的确有一个周缓的趋势。全世界投资的情况最差最差，大概台湾就是倒数第5名内。我们的投资环境还不错了。不错，为什么没有人来投资呢？为什么数字比非洲几个国家还要低？非洲是发展中的国家赚钱的机会比较多，所以会往那边去。那我们的话，就是所以台湾没有发展的机会，没有赚钱的空间。没有，他们的那个，事实上，非洲有很多投资都是，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大部分都是那个所谓的大陆去投资的。非洲有很多都是大陆，他们号称非洲是中国的第二个大陆的。那我们的投资的，事实上的应该是说，把一些所谓的行政上的疏忽把它解除，让外商能够投资进来。我想主计长啊，非常重要啊，你要帮年轻人找出路啊。在台湾现在目前的一个困境里面啊，怎么样来施展？你们一直推动新南向政策，请问新南向政策可以为这些年轻人带来什么样的方向？对，我讲说，平均东南亚的部分啊，经济成长率有高过5%的有哪个国家？像越南的，那个印尼的都有。高于6%的有哪个国家？请委员提示。你数字摆在那边，大陆这个市场那么大，结果我们要放弃大陆这个大的市场，两岸的关系不好好去谈，当初说好了维持现状呢，在哪里？跟委员报告一下，全部都是改变的嘛。大陆的市场，连新台币都准备有人要改版的。什么叫维持现状？大陆的那个所谓的一个市场，我们并没有放弃，因为我们的出口，还是对大陆出口还是占。我上次质询啊，现在陆委会的主委是谁？现在陆委会的主委对张小月部长。是我上次主委张主委问他
最后一次跟大陆联系是什么时候？他说截至目前为止没有联系过一次。那你不是放弃了整个大陆的市场了吗？不会了，连谈都不谈。大陆市场是在大陆市场，我们不放弃东新南向的一个东协或者是东南亚的国家，我们也在努力分散市场，而不是放弃市场。你这个你所说的这个基础建设要5000亿的部分哈、哦？我没有说5000亿，报告委员。那刚刚有讲5000亿，讲1兆的啊。哦，那个是基础建设做下去，就是放到那个石头丢到大海里面，咚一声就不见了。不会了，我们现在有多少的蚊子馆，有多少的这个多余的这个建设，已经都摆在那边闲置，没有很大的经济效益出来。拜托啊，钱不要乱花、啊。不会，谢谢。那么接下来哈、哦，我再请教一下，主席长，有你多久没有吃香蕉了？不过我个人，我太太不大喜欢我吃香蕉，因为都那个淀粉质太高，不对我身体不宜。你不吃啊？很多人想吃，吃不起啊。跟我香蕉破历史新高的记录、一斤70块、你要叫我们这些小老百姓什么生活啊？跟委员报告一下，在然后所有的水果也飙涨，所有的物价飙涨，你要叫我们人民怎么生活？跟委员报告，你们每次数字的粉丝太平都说很好，对，没有涨很多，问题存在啊。等那个香蕉便宜的时候，我可以送委员香蕉，可不可以？那很多人现在吃不起啊。不会了，忍耐一下就。这是很严肃的课题啊！一叶知秋，讲香蕉还没讲完啊，还有麦当劳啊、披萨，所有吃的用的，连立法院、福利社、便当、中午的午餐费都已经涨了20-30%、啊。吃万物飙涨，薪水没有涨，主机长怎么办呢、啊？吃台湾的米食是比较好的啦，因为对国内的农业有帮助。啊，自助餐都涨了20%、30%，麦当劳是吃台湾米食啊，连自助餐也涨了20%、30%啊。主机长，大家的薪水都没涨啊，怎么办？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如果物价它的涨是充分的反映成本的话，我们乐观其成，它充分的反映成本的话。所以因为一例一休相关的原因。食物飙涨，所有的售价飙涨，这是合理的。对，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根据所谓国际间有一个大麦克指数啊，我们的一个汉堡啊，像大汉堡、啊，相对于美国只有一半的价格。谢谢。最近又涨了，你有没有新的数据出来？我也不吃那一种，因为我太太不准我吃那一种。你不吃没关系啊，可是你要掌握民生的这个动向啊，很多人在吃啊。不能因为主计长你都不吃，那、别人的话怎么生活啊？你不能因为你不吃，别人要吃啊，别人还是要过日子啊。谢谢，主计长。最后请教一下啊、哦，政府啊，今年会不会带头调薪？这个应该由主计总处来达到。如果政策上，主计总处啊，你由人事总处来回答。如果政策上决定调薪，我们预算上就会去支应。有没有调涨的空间？公务人的薪水？公务人的薪水的话，那个的确，他调涨了以后，我们要把找裁员去做那个调。但是目前要不要调薪，不是我主计总处的一个、怎么全责单位，是人事总处，然后要行政院通过。谢谢。最后请教哈，主席长，中华民国会不会倒？中华民国永远屹立的，不会倒。太好了，中华民国有没有钱？相对其他国家，我们债务是很少的。我们外国有没有举债？外国？对，我们没有跟外国都没有举债哈。对，没有，我们没有外债。好、啊、那大家听的哈、哦，事实上中华民国是很有钱的，一些资产怎么样活化？对，包括国有土地的部分啊，本期资料大概就24兆的价值，不晓得对不对？还是你手上有比较精确的资料、我们国库的话应该有进那个我们的调查，应该国库应该有大概30兆左右。有30兆啊？对。那既然有30兆，应该好好的把饼做大，把市场做大，
让大家有希望嘛，而不是动不动就是往这些老弱残兵、退休军公教人员不断要砍，不断要砍，这是不公平的啊！刚刚有人讲说你是 CFO， 你要把国家经营好嘛，好的部分都不讲，见面只会对这些老弱残兵不断的要砍他们的慰问金，砍他们的退休年金。这是不对的，请主计长提醒相关单位，中华民国不会倒，中华民国起码还有30兆，应该好好的照顾这些退休军公教人员。谢谢。我们是对退休军公教人员，他是能够长期都能够领到。谢谢。谢谢委员。好，主计长可能有一点累了，喝口水休息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请江永昌委员咨询。江委员请。好，那我就先请审计长。审计长，审，对不起，审计长请。看来您真的累了。审计长休息一下。好，下面好，陈议长，我看不只是主计长累的，你应该也累的吧？你今天读，您今天来这个财政委员会所提出来的一个报告，你有发现里面的错误吗？在你的报告第六页，第六页，第一件事情哈，在你105年度的时候，对104年度考核各机关绩效，那个时候说有80项中央，50项地方，你有列表。这是去年的业务报告，在38页有个附件10，今年就不做了。政党轮替之后是越来越宽松吗？各位委员报告，因为事实上我们觉得说这个篇幅太大，所以就像省内我们会后可以提供给委员来参考一下。篇幅太大，去年几页，今年几页，我觉得这不是理由，我觉得这是态度的问题了，希望你要改正。第二点，第六页里面有关依照审计法第70条以及预算法第28条。提供各级政府作为决定民国106年度施政方针及筹编预算。106年度的预算，不是去年底编的吗？不是送审的吗？第六页啊，中间的部分，陈议长，你没有发现有问题吗？跟委员报告，因为在这个地方我有报告，当然重点是在105年度的主选哈。那在中央来讲，107年度施政方针的这个意见，我们已经提出来了。你依照审计法及预算法，你在105年度同样这个篇幅当中所写的，就是针对106。照理你今天这一本应该要针对107年度。你看36页，你的报告附件10，提供行政院及各级地方政府作为决定民国106年度施政方针。如果照你去年的这一本。去年105年，你就已经对106提出施政方针之建议参考了。今年106年来报告，还对106年提出施政方针及预算编列之参考。沈议长是累了吗？你看这个附件没有似曾相识吗？本席去看你历年来的业务报告，每一年在这个附件上都是不同的指出，都与时俱进。结果这一次的附件跟去年。没有什么文字的一个删改呢，你读这个不会觉得似曾相识，你底下的作业是不是出了什么状况啊？跟委员报告哈，这里面确实像委员讲的，就是这两次的报告提的错了啦，对不对？都是106年度哈。那最主要这边也考量说，因为在地方政府的部分，他们在汇总上时间上没有办法。36页这边写的应该是针对107的参考啊，因为在审计长，如果错了。如果审计单位有误却不愿意承认，那你如何去审计其他行政部门啊？给委员报告，我当时考量是因为在地方政府的部分，他在我想我如果这个叫你写出一个检讨报告，我看你就很难呐、啊，在这里好闪躲跟搪塞了哈。我们可以来做一个检讨，比如讲说，在下处我可以把它分成说，中央是提供107年度。那么地方因为107，我们汇总上还来不及，我可以把它做两个。审议长，本席是认为你这个有误了哈。好，我就希望你哈做一个很完整的一个说明。那我现在
好，其他的议题谢谢。我想我们会后可以把107年度的这个意见提供给委员参考。那在这个护建的部分没有列出来，我们也可以会后来。我希望你大方大胆，哦，很大气的承认错误。谢谢啊，请主计长。谢谢，谢谢。请朱主计长。对，主计长。姜委员好，今天有立委质询了哈，还没到七月就看到鬼，就是在讲说有关于平均薪资的这个事情。那我有几个看法，第一个，主计总处这边有做两种统计，一个叫做受雇员工统计，一个叫做人力运用调查，这两个有何不同？受雇人员，受雇人员的，受雇员工统计就是你这一次啦哈，对，你的这个样本哈，就是，找了这个10000家的厂商，而且派员去请厂商填表。你另外有做这个人力资源运用调查的统计，那个就是全国各村里总共60000个问卷调查下去，抽到人，再由这个人来填具他自己的人力资源啊薪资的一个方式。这两个哈，我直接问了哈，要不然我看你时间也不急答。一个有把年龄放进去。一个没有，为什么？我们人力资源是对家庭调查到，那个受雇员工我们是对企业调查。至于说，委员还有问哪一个？对呀，我跟你讲哈，你说是对家庭做调查，在你的人力运用调查当中是有分年龄的，而这个分年龄我随便讲一下，3万到3万5的这个受薪阶级啊，好，他以45岁到64岁就有。432000人，以25到44岁就有117700人。我的意思是，今天大家听到一个平均薪资，然后呢，又用每年的平均薪资的一个涨幅去除回去物价上涨的一个涨幅，那大家感受到薪资是倒退16年嘛？否则，其实主计总处从2009年开始，从4万多逐步到5万多，感觉就这个金额来讲，好像平均薪资有上涨。可是物价也在上涨，所以人民没有感受到嘛，哈，我这样解释应该是对的。对，那所以各年龄层本来就有他自己不同的一个需求嘛。我们这样来讲，20到30岁租屋生活开销，30到40岁就开始要购物啊、购车啊、结婚生子啊、照顾双亲啊，40到45养育小孩、房贷，对不对？等等，所以每一个年龄层。他有不同的需求，不同的开销，但是他也因为他进入就业市场，他的年资，或者说他的专业，或者他的经验，也会带给他不同薪资的一个提升，或者说他可能做得不好，而被公司解职，所以会遇到不同的一个问题。今天大家之所以对你们抨击你们的一个数字，是因为年轻人啊，因为年轻人一听到说平均薪资有5万多，谁当然都不会相信嘛。所以你今天如果照人力运用资源的那个调查表有把年龄分出来，而不是只有做受雇薪资。那当然你这个样本跟你调查的一个工具跟方式是不太一样。那我就说你照抄你那边是有分龄的线分龄的区隔，这里也加分龄的区隔，这样一个数据出来，社会大众就比较能够接受了。你认为呢？对，因为我们有各种不同的一个来源的资料，然后去公布，然后有需要使用的就可以相互去这个交叉的一个分析。注意说我们过队长，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你任何的一个数据出来，我跟你讲了，你做这个数据出来，其中当还包括说可以作为基本工资以及军公教人员调薪的一个依据跟参考。你有纳入吗？你去看之前。所有主计总处对行政部门所提供的每年的平均薪资，由哪一年来列为这个的一个参考？没有，所以我说，我们一年有分析一次。你们人力物力花下去了，希望就像当时在做薪火指数啊，你就会发下去了。结果呢，大家认为那个效用不高，而且还觉得说，哎，是骗人的，这款尴尬了，这样不好嘛。政府部门做调查，依照你的这个统计法，你政府办统计的时候，被调查者不管是机关、团体或个人，有详尽报告之义务啊。我觉得你把它加进来，对社会可以有个交代。对，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受雇员工薪资的话，以企业为代表，企业如果叫他再去添个别的薪，我刚刚已经跟你讲统计法了，你有这个权限，给你武器，你不要不用。你是我们这个敬重的主计长，我相信你有能力去处理。
我们努力。我要求你处理。那我要问一下主计长哈，请问一下，在你们的统计资料，去年的十二月到今年的一月，今年一月底就过年了了哈，有两个东西会影响物价上涨。一个呢，就是过年呐、啊，每年农历过年的时候，计程车啦、理发业啦，尤其是服务的一个项目。对。另外一个是假借一例一休。好，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因素考量进来的话，奇怪了，在你的数据调查当中，去年十二月你的物价指数的相对基期是 105.46， 今年的一月啊，一月底刚好过年了，结果是 105.44， 反而下降哎、欸，有两个大因素会让物价上涨。你的调查资料反而是下降 0.02 哎、欸，啊，你帮我给小黑交代，大家不是都感觉到物价上涨的吗？而且有这两大因素在啊，哎、欸，结果你们以民国一百年为基准去做的一个调查，去年的十二月相较于今年的一月，考量两大涨价的因素，结果你调查出来的物价指数是下降 0.02 呢、欸。那个我是不是二？这大有问题啊！其实我本来定义这一题是要问说，到底物价上涨跟一例一休有没有关系？前面你有回答了哈，说如果物价上涨是因为成本增加，是因为一例一休在休息日一加1.34倍比较高的一个工资，那物价上涨反映到工资，好，员工有劳工阶层有受惠到，这个我们社会要同意。如果涨价跟他薪水增加没有的话，我们就要去查。我是同意你这个概念，可是调查出来为什么物价指数是下跌？那个一月份的那个是比较下跌，是因为蔬菜价格是它会有较十二月份它有一个下跌的情况。我就是说，你们有时候做出来数据，社会普遍不会相信。你要告诉人家农历年前蔬菜价格是下跌，所以导致整体的物价指数受它的影响，所以会有跌幅吗？谁会相信？这里面你要去分析了，因为最后有一个卖咖啡的一个案例嘛，咖啡豆的原物料是在下跌呢，结果卖咖啡的业者是把每杯咖啡的单价提高啊。那我觉得这个主计统，这不只是物价控制小组他们的一个工作，咖啡的原料下跌是原物料有下跌，但是市面上现在在贩售的每一杯咖啡。那个什么，但是咖啡它的价格里面应该还有劳动成本。好，但是你有没有去做主计总处？你有没有去调查？我刚讲了，它真的因为这个产品的上升，它的劳工有增加薪资吗？如果有，是社会要的吗？如果没有，政府要负这个责任啊。每一杯咖啡的单价上涨了，在咖啡店工作的，管他是哪一家店家、哪一家厂商，他的员工的薪水有没有增加？你们了解多少？那如果你有了解了，才能够反映给物价小组啊，是不是这样？对，我们觉得是说，我们统计单位做那个所谓的物价的分析，至于说那个政策分析的话，我们会有其他的单位到来管理这个事，我们的资料会给他们，他们会去。抱歉啦，主席。好，我知道，时间到，就一句话，我认为你所做出来的分析数据统计，应该能够对我们行政部门产生实质的帮助的一个提供的参考，而不是看一看，每次都觉得这个数据用不上，跟社会现实有没有不一致？我向这一点要去努力改进。好，谢谢。好，麻烦主计长。好，谢谢。好，我们今天中午不休息哈，继续开会至今日议程结束为止。下位发言请吴志扬吴委员，吴志扬吴委员不在，请张立善张委员不在，请简东明简委员不在，请蒋万安蒋委员不在，请陈赖素梅委员。主席，我想请我们的主计长。请朱主计长。哎，你好。嗨，主计长，本席想这次我们的那个国事普查处主要的业务当中有没有？我想主计总处
在我们国事普查处提供了许多统计数字，那我想这些呢都对我们国家整体政策以及施政有其必要性啊，但是呢我们这次的国事普查却背离了民意很远，最主要就是针对我们这一次的我们在二月底的时候公布去年我国工业以及服务业全国工时受雇薪资的统计表当中了哈，我们看到哈，去年我国受雇正职上班族平均薪资就是51K 这个部分，我想呢前面也很多的委员提出对您提出了很大的不同的看法了哈，那我是觉得说您在这个部分是否在发布以前你有做过审慎的评估？距离我们现实的社会当中是不是距离有太遥远？您这个部分你有先去了解一下吗？对，跟那个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公布了那个所谓外籍跟部分员工啊，因为外籍他们大部分都是以基本工资，而部分工时的话，他不一定是拿全薪。那以前呢，我们在做受雇员工的调查的时候，那我知道您调查这些都是由你们的相关的一个统计资料出来的嘛，但是呢，我们实际上的那个薪水当中，我们都知道，我们都来自于基层。事实上呢，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这样子的薪资的水平，您知道吗？因为是平均的数目制，所以普通会有这个现象。如果平均的数目制，这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那你这样子的话，距离民意那么远，那你这个数字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参考的一个价值呢？所以难怪我们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的网友就直接酸啊。所以我跟委员报告一下，说你这样子简直就是见鬼了，他们根本没有这样子的薪资的水平嘛，我跟委员报告一下，所以我们有另外一个资料，就是用中位数，就是说看看它的分布的啊，这样的话就比较有参考价值。那主计处，我是觉得说哈，这个部分我本人有很大的疑义，跟其他的委员的看法是一样的，跟我们人民的看法也是一样的。那我在进入我们主计处的网站进行了解你们当时是如何做出这个惊为天人的一个数据表哈啊，我看在这个表格哈那我必须要讲，您这张的表格看起来是很仔细的，但是呢我也发现主计总处呢本次按17大行业配置样本，总样本数约10500家。估计总加速抽出率为 1.4%， 人数涵盖率也就是 29%。 那本席要在这边提出几个问题哈，其中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份统计为什么不配合我们国税局的资料而来统计呢？跟委员报告，而要以我们用雇主填写的方式来交出平均的薪资呢？国税局的资料啊，因为第一个它有时差落后啊，第二个国税局的薪资它并不是包括全部的薪资，像有些加班费它在一定金额以上是不在里面的，或者是像有些所谓的那一个。您的意思是说国税局的资料是不准确的咯？它不是不准确，因为它根据税法的薪资的定义跟一般所谓的薪资的定义它会有一个差距，国税局的资料在那个一定所以这个部分你们是没有拿来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依据讨论。我们是有拿来做参考，所谓的大数据的资料作为一个参考，但是我们的薪资的一个调查的那个就某方面来讲，它包括的范围啊是比那个所谓的国税局的多，因为国税局有些基于政策的目的没有列为税。本席对于您以雇主填写的方式来抓这个平均薪资是颇有疑义的。我认为这个薪资这份资料也应该搭配年龄产业加以辅助显示，呈现实际的一个资料才具有参考价值。那我是想说，主计总处，您是不是害怕让实际上真正的一个金额的显示会凸显出我们政府的施政的一个不会，我们统计单位是真实表示数，真实表示距离差太远了。我现在已经开宗明义就告诉你，跟真实的实际的情况差距太远了。因为一个报表里面如果给企业再去添年，我是觉得说主计长您编的您所统计的数字不要距离我们人民的那个实际的太遥远。我想呢，你发布这样子的数据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根本没有接上地气，也不符合我们直接现实的一个实际的薪资的成本，一个薪资的一个反应，对不对？因为有那个高所得跟低所得，所以用平均数数字就会有这种委员说有一部分
因为那个低所得的人比较多，他所反映出来就不大一样。我们既然那么多委员有跟你提这个部分，我也希望这个部分你要来做一个综合的一个检讨跟改进，好不好？那主计长接着本席要针对财政部与行政院主计处是否应该整合的问题来向你请教。根据我们2000年行政院研究发展考核委员曾经针对财政部与行政院的主计处整合的利弊分析进行委托研究，这个部分您了解吗？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关于财政部跟主计总处是不是应该合一啊？大概以我的经验，大概每经过20年就会讨论一次。20年太久了吧？那本席就略作说明哈。当时这个研究目的在于检讨财政部和行政院主计处执掌分工与整合的一个问题，达成整体我们行政的一个效率，做一个重组的一个目标，来提升我们政府预算决策的一个品质哈。其实在1993年我们台湾已经有展开一次行政革新方案，期望建立廉洁效能与便民的政府，接着又在1997年提出政府再造方案，分别由组织面、法规面、人力及服务面进行完整的改革。政府在组织面组织再造这个部分呢，其实最重要的考量的那个原则之一，则为业务性质相同或相近，事权集中后，有利整体决策者应化同为同一个机关来掌理，也就是说，这样子才能够进行组织面的一个调整。当时进行这项研究，主要就是研考会检视财政部和行政院主计处之间的业务功能的关系。其实我们来看这一张图就可以看得到。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筹编的过程图当中，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中央的税入预算是由谁？财政部综合编拟，而税出预算就是由行政院主计处你负责会诊、整编，最后再由主计处将税入及税出两大部分整理成为总预算案。这种政府税入跟税出分属两个单位不同的一个权责的单位来整理，对我们这个资源的一个配备有没有影响？您看呢？我跟委员报告一下，他那个有两种理论。第一个，如果说主计是属于财政部的话，他会预算的一个编拟会受到税入的影响，它一定编得很保守。世界各国两个都有，美国的话它两个是分开，英国的话它是合一，各有它的优劣点。那至于说主计总处怎么定位的，现在 我尊重那个立法院的决议。谢谢。好，现在事隔17年我在这里要请教我们那个总计长您看一下当时研究小组在座谈会里面的一个大提纲上有研拟了一个主计处跟财政部整合的5项可能方案我都把它列出来，第6项是其他，我们就暂时不管第1项是维持现行体制，第2项是财政部负责税出预算筹编之单位改划归财政部管辖，但是原会计与统计业务仍属于主计处之执掌。第4方案，行政院主计处之税出预算筹编以及执掌会计之单位与财政部合并，但主计处原有之统计职责不并入。第5，行政院主计处与财政部两者之业务完全合并。就这方案5个方案当中，我想请教一下主计长，您认为哪一项方案您个人会觉得比较妥善？我个人是比较维持现行体制的，至于说各个委员的意见我们尊重，但是最后的决定是在大院。好，当时这些专家提这些整合的各项可能方案当中，第1案是指2票，第2案是4票，那第3案是3票，那第4、第5都是0票了其他就没有在这边讨论。那刚刚主计长您就是说维持现行体制，那现行体制呢，它目前产生的状况您大概了解吧？就是我们税入跟税出是分属不同的单位，最后是由行政院会诊在一起的。好，就中央体制
走向而言了哈，我国的宪法正朝向总统制的方向，也就是说，总统对预算政策的影响将扮演更重要的一个角色。那由民主政治的一个角度来看，我想呢，这个政策是高度的政策的产物，必须反映我们的首长的政策的政策跟偏好。那第三呢，合并之后呢，我觉得哈，它上面有写有助预算权责之厘清，财政部收入的执行和国有财产局的国有财产的管理而已。那主计处呢，就全权负责预算的编制。这样子的赤字如果居高不上的话，责任归属就在主计处。因为我们如果目前按照这样子的情形的话，会权责不清。因为怎样，大家都有权无责，发生事情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责任归属在哪一个单位。但是方案二的学者哈，认为只要在财政部负责税入的预算的筹编并入行政院的主计处，便足以解决现行的体制的弊端哈。他们还有提出一个相关的一个套配，那这些相关的套配，我想呢，我也请我们的主计长哈来看一下，当时的经建会跟研考会，也就是现在的国发会，以及我们的国科会，也就是科技部，是一部分哈，这些套配希望能够移到我们的主计处，从事我们的计划跟政策的评估哈。另外呢，主计处内有关统计还有总体资源评估业务，把它移出来，另成立一个统计总署了哈。其实我觉得主计处应该有更大的一个弹性的政治的一个职务的一个使命，跟行政院长能够同进退，这样才能够由预算政策的严控能够整合我们的政策预算以及管理这三项的治理的一个层面。所以呢，我认为组改后的一个变动，因为过去就有提，我认为呢，必须承担更多政治责任的主计处，专家们认为责任不清楚就是什么，就是责任没有办法归。跟委员报告一下，目前主计长就是跟行政院长共进退，里面专家谁得的意见，有些同意，有些我不同意，谢谢。好，那受我们的时间的限制了哈，所以呢，我想主计长，我希望针对过去组织再造，既然提出来，一定有他的依据。我也希望我们主计长能够好好的检视这些专家学者提出来，作为未来我们的一个组织改造的一个想法跟一个方针。那也希望针对我们主计内的职务现行的业务，可以做局部的检讨跟建议哈，进而发挥更大的一个效能哈。我希望哈，一个月内希望给本席做一个书面的一个报道。跟委员报告一下，我们只能够提供我们主计总助。对，我现在讲的就是你们的，我没有讲别人的。OK。因为这个是一个政治性的议题，应该是由立法院来决定。谢谢。好，谢谢。好，谢谢。下一位发言，请江启臣委员。江启臣，江启臣，江启臣，江委员不在，请黄昭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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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委员不在。请黄伟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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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委员不在，请郑运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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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委员不在，请林俊宪，林俊宪，林俊宪，林委员不在，请陈欧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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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委员不在，请陈怡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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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委员不在，请邱志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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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邱委员不在，请管碧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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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委员不在，请周陈秀霞，周陈秀霞。周陈秀霞，周陈委员不在，请蒋乃馨，蒋乃馨，蒋乃馨，蒋委员不在，请徐真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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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委员不在，请吕玉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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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委员不在，请钟孔照，钟孔照，钟孔照，钟委员不在，请费宏泰，费委员。好，谢谢主席。各位女士先生，大家午安啊。主席帮我请一下主计长跟审计长，请朱主计长还有林审计长。好，各位好。哎，两位首长好哈。这个我想先请教一下朱主计长哈。是的。你们目前是不是正在筹编前瞻基础建设的特别预算？对的。大概这个规模有多大？我们目前还没有，因为计划还没有确定定案，所以金额并没有出来。而且那个金额里面，外界讲8000亿或者1兆的话，我也不晓得资料从哪边来。因为有些那个计划，它不会透过总预算，
因为就是不会透过公务预算，像有些国营事业它是基金，它不会在公务预算，有些像那个中华电信它是一个民营的，它我们有影响力，所以也不会透过总预算。好，那我们把那个扣删除掉，剔除掉那个属于国营事业的哈，我们先不讲了。属于行政院要筹编的大概预算，大概有多有哪些项目？好，先大。我跟委员报告说，他有那个所谓的有最大的可能是轨道建设。轨道建设。还有水资源的建设。水资源。对，还有数位建设，还有那个绿色能源的建设，还有一个基础的乡镇的基础建设。像水资源建设，什么什么什么绿色能源建设，可能会编在台电啊，或排在水公司的哈。对。这个当然，这个也会影响到很大了哈。大概属于行政院部分，你们所要筹编的预算大概有多少？我的确。剔除掉我们刚才讲的。因为像有些轨道建设的话，目前还在讨论中要不要，因为轨道建设的金额都蛮大的。哦。那个，因为外面灯呢，就是四年一兆哈，或者四年8000亿，大概8000亿跟一兆，可能有的是由中由这个台电呐、啊，或者是水公司他们去，他们编他们的预算啊。Anyway， 你觉得这样子的一个规模的裁员，算8000亿好了哈，行政院要筹8000亿，这钱大概来自于哪几个方向？政府的裁员不是来自于税收，就是来自于公营事业的股票。然后这个特别预算可能有一部分是要来自于这个公债的发行。好 ，OK， 那基本上你们都应该是准备了哈，这个钱要从哪里来嘛哈？你们主要的负责，因为编那些计划是可能不是你们的职责了哈。那个你们是管账，你们管账，财政部管钱哈。但是这个账上这个钱到底要怎么来？你刚才讲了几个方向嘛哈，这个。如果要试股的话，请问要试哪些股啊？目前并没有说一定要试股，而且要试哪些股，那个都还比较晚，因为这个是我们所关心的、啊、这是我关心的。对，目前并没有要试哪一个股。那你钱怎么来嘛？啊，钱的话，我就刚才我们可能是多元，就是刚才讲的税收，好、哦、啊，或者是试股，或者是公债。那将来可能是公债的金额。你还讲还是讲到市股吗？那个如果你要市股，你们准备要市哪些股啊？目前还并没有说一定要市股，或者是说要市。那如果没一定市股，你为什么要提到两次要提到市股呢？我说裁员就是这三项。那就是这三个吗？那对。如果说你们决定不要市股的话，可能你根本不提。因为我就发行公债。我要看计划总金额的情况才来定。因为市股它终究是有限。好，可不可以请你比较一下哈，这个前瞻基础建设跟金国先生时候的十大建设，这两个规模怎么比？那两个不一样，因为金国先生的十大建设是一个很基本的啊，这个的话主要跟民生跟民众的观感比较，说比较生活密切，那个是最。我还是叫你比较一下嘛，你可以讲，你可以你按照你意思讲嘛。十大建设是属于基础建设，那这个所谓前瞻基础建设是什么？那你们现在编就讨论这个编预算，你总要了解这个东西吧？对，我们是。任何建设就是说以民众的一个说目前所迫切的项目的。什么项目？像轨道建设。轨道建设。像东部的轨道，因为现在只有单轨。啊，东部。对。哦 ，OK， 还有呢？还有像。东部轨道建设啊，1000亿以内了，没有那么多了。像那个南部的一些公路的一个连接的。举例。像那个。屏东跟台东之间的一个连接，什么连接？铁道还是轨道还是公路？公路，公路。对，目前是初步是公路的。现在不是有局部都有了吗？局部都有，因为有些它可能会详细的情况我不晓得的，因为那现在行政院那边交代，因为看报纸登啊，说这个月可能年月中就要定案了。定案我觉得大概初步的轮廓都已经出来了，因此你们应该已经在筹编这个预算了。对，
等计划完了以后，我们就会去筹编预算。但是这个计划应该完成了，应该完。你据我了解，应该完成。你都已经被交代要去编预算了。计划已经有，但是计划核定我才会去编预算。那你一定先准备好。哎，主席长，你想要这再跟我争什么东西呢？我没有跟委员争，我只是跟委员报告。好。陈议长，当这些预算呢、出来以后，你们当然都要做一些成本的效益评估了哈。那个，我想这是你们该负责的哈。到时候短中长期的 KPI 的这个效益的评估审核，应该是在你们那边。是的，跟委员报告，就是他这些重大计划，理论上应该照预算34条，行政院他核定这个计划，必须要成本效益评估，要一起送到这个大院来审议。那我们会看看，将来会看看通过以后的预算，他这个评估是不是很乎俗，有没有跟实际上相关。你们两位啊都要注意一下哈，这个钱花的不是你们的钱，但是是属于我们国家的钱，也属于也都是影响到我们，影响到我们的后代哈。我不想再看到像有一些大家所诟病的这蚊子馆，像恒春机场这样子的效益哈，不要为了选举的承诺，真的为了。往往啊，你真的从前省政府时代，从陈水扁时代，陈水扁的时代，到时候搞了很多的选举的这个承诺的支票，像一些渔港根本不该搞的，花了60-70亿，恒春机场也根本不该搞的，然后到每一个县、一县市、一个大学，都搞得真是现在一塌糊涂啊，真的一塌糊涂啊，所以到时候我真的要看你们。做的这个成本效益的评估哈，这个是要好好拿出给社会大众所来检验的哈。这样好了，这个陈议长请教一下哈，我们去年公共建设的预算大概也有3000万，3000亿啊，对不起啊，3000亿，目前这个执行率怎么样？跟委员报告，就是我们在去年的这个半年结算报告哦，公务预算的主本门是大概80%几，然后在注水跟回营的部分执行只有60%几，在去年半年结算报告的时候，那有待再来提升。这两位你们都要盯着这个执行率啊。对，跟委员报告一下，如果重大的工程在1亿元以上的工程会都有定期追踪啊，主计总处每个月都有对资本门的那一个的一个执行率啊，这个要把它盯好了，不要光编了预算编出去，然后怎么去执行中间有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其实我是觉得你们都需要去认真的去把它盯好了。是的，对，我想最后请教两位啊，这个一立一修啊，我先从朱主席长这边请教一下，一立一修，你觉得目前对我们的物价、对劳工的薪资，你们观察有没有影响？影响到了什么？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因为我们有做一个分析，就是说一立一修啊，它会使薪资成本下限增加175亿，上限是730亿。如果这个薪资成本放在总体经济模型的话，我们对物价的一个影响，对那个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的影响，下限是0.14%，上限是0.36%。我觉得你们低估了。第二个还会影响到其他的哈，除了物价，还有影响到劳工的权益。我觉得你觉得这个一立一休有没有必要做一些小规模的调整？如果要调整，那个项目是什么？我个人认为啦，一立一休它整体是对劳工有利的。至于说它是不是要有执行弹性的话，可能是由劳动部他会去。好，你讲出了我认为两个重点其中之一，就是弹性了、这个里面太没有弹性了，太没有弹。我跟你讲，你不要觉得劳工会薪资会增加啊，有的企业主。他怕当员工离职了，或者是员工的什么男女朋友、爸爸妈妈去告。现在很多加班，他宁愿他就不加班了。
不加班以后，你的劳工他的收入 会增加吗？不会增加。在座的各位，你们大部分都是公务员，设身处地帮那些非公务员的工作者去看看，去了解一下他们。当然这个业务跟你无关了哈，跟你无关，但是我觉得适度的建言是需要的，好吗？好，谢谢。好，谢谢。下一位请高金素梅委员。主席早，我们是不是有请主计长跟审计长？请朱主计长、林审计长。谢谢。本席在这个委员会哈，不同的政党轮替，我已经讲了好几次了。原住民的整个预算的结构的问题，不管是原民会的预算结构，不管是在地方上的统筹分配款，不管是中央的统筹分配款等等，都造成了非常大的困扰，还有一些恶性的循环。因为资源的不公平而导致原乡地区非常多的恶性的循环。我想今天在场的不是只有中央，还有地方的审计处的处长主任都在。我想请现场的地方上的审计，请举手一下好不好？让我看看有多少位。好，为什么要请你们举手知道吗？原乡位于我们几个县市首长非常多的地方，光是我30个三地乡就跨了7个县市，七个县市里面的不管是中央的统筹分配款或者是地方给的统筹分配款，本办公室其实做过一个调查，在90年度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那因为今天的时间有限，我先不针对这个部分来谈，但是我想针对几个问题。我想问一下主计长，公务预算的附属单位预算的筹划、审编、执行、考核，还有中央对地方的补助制度的规划还有监督，是不是我们主计总处的责任？跟委员报告一下，这个是有绝大部分是主计总处的，绝大部分对啊，有一部分是财政部的业务。那哪一部分是财政部？他们有关于像统筹分配税的一个考核。考核？对，你说统筹分配的考核是财政部是不是？他们有没有确实在执行的？有没有确定在执行？对啊，他们有一些经费是不是运用的？是不是税入面？是不是努力在筹财源？那个都是财政部。好，那请问一下审计部，你的工作是什么呢？如果财政部他编了这么大的预算，然后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去落实，或者是当中出了什么问题，是主计处的责任还是审计部的责任？跟委员报告，在本部的职责最主要是监督预算执行，但是在预算执行过程各机关要去负责任，那各机关的这个主计人员他们也会在机关内部，最后还是会回到审计部嘛，对吧？所以你们两个有责任，不要推卸责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请问一下主计长，你对于原住民地区的尤其是原民会的预算，还有原住民族地区乡镇市区公所的财政状况，长期以来我们面临了什么问题？你可不可以简单讲一下？我跟委员报告一下，原民会的预算大概一年有7-80亿，但整个跟原住民事务相关的预算在各部会都有，它总共大概有200多亿，有220几亿。谢谢主计长。我现在问你的是在原民会里面编列的预算的结构的问题。对，你在这边跟我这样打哈哈。对，我跟你说哈，主计长，我在这里不要严厉的谴责你，原因是你刚刚上台，你可能不知道，本席我在立法院已经5届了。这5届下来，我看到原民会的预算的结构问题，从来没有因为政党轮替，没有因为政策的改变，而在我们的预算结构上面有所改变。所以今天不严格的苛责你，但是我要点出几个问题。好，我要告诉主计长，还有审计部，还有在场的县市的处长，还有主任们，我相信你们都比我清楚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原住民有55个乡镇。我们占的土地面积占了全台湾的46%。我们看一下这个图，这个就是原乡的55个乡镇。
占了整个全台湾几乎是全部，然后土地面积占了46%，然后这46%的土地面积呢，也是我们内政部在国土计划分区里面的中央山脉保育轴。我为什么要把这个特别弄出来给大家看？我们的30个山地乡跟我们的中央山脉保育轴是91%重叠，它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原住民地区的预算，它不仅仅只是原住民的预算，而是整个国土计划保育很重要的一环。如果大家都在讲台湾的土地，我们面临了非常多的灾后的流失，这跟这个绝对有关系。所以主机长、审计长还有在场的官员们，我们请你看一下，这是30个山地乡哦，还不是55个山地乡哦，原乡哦，30个山地乡，它跟中央山脉保育轴是91%重叠的。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中央跟地方各单位预算的执行跟原住民绝对有息息的相关。可是我们非常的遗憾，就是主机长，当你们在看原住民的问题的预算的时候，你们是非常的陌生，而且是跟保育中央山脉轴你们是脱离的。原乡几乎都是在中央山脉保育轴。我们从所谓的地理、交通、生态环境的面向来看，它跟一般地区有不同的差异啊，有不同的差异啊。差异在哪里呢？我刚刚就说了，他负责的是国土保安的工作。可是长期以来，我们来掌管预算执行考核的主计总处，你们只看预算的数字，而不清楚知道政府在政策推动还有预算编列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差异化的处理。所谓差异化的处理，不是只有看到数字表面，而是要以整个宏观台湾的国土保安来看原住民地区的预算。我不知道主计长或者审计长，你们同不同意我的说法？对，我同意您的说法。好，谢谢。不过我们的那个统筹分配税分配到县市的时候，就有考虑到土地面积，就有考虑到那个 的一个所谓的财政情况。但是我们是分配到县市，县市要分配到乡镇的话，因为那个权责的话主要是县市的。你讲对了，终于主计长今天给你拍拍手。今天在场有那么多地方县市的处长还有主任审计的，原因在哪里？原因我们原乡的人口不足以影响一个县市首长的产生，所以中央投筹款分配到地方上的时候，我们的议员往往非常的弱势，他们根本没有办法主导整个我们刚刚所说的要有土地的面积，要有人口的预算，要有所谓的税收的，原住民是最弱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中央没有办法制定一套责任的时候，一靠游戏规则的时候，他就恶性循环开始了。谢谢主机长，你听到了这个问题。我现在回过头来跟你说我以前问看到的问题。我现在要放一个105年度当时的一个主决议，是由立法院新联盟政团的提案，当时说原住民族基本法在民国94年通过到现在已经10年了，行政院所属的各级单位在原住民地区都没有实质落实原基法第22条所规定的共管机制，所以我们要求行政院应该在106年度的时候要要求行政院的农委会的林务局、退出役官兵的辅导委员会的农场，或者是内政部营建署里面所属的国家公园，他要实质编列科目来落实共管机制。这为什么那么重要呢？因为我们刚刚说到的，中央统筹分配款到了地方上的时候，地方上要给我们的乡镇的时候，它有它的自治的考量。这个部分原乡地区没有办法拿到充足的预算，那中央呢？中央我们总可以吧？中央我刚刚说的林务局、国家公园、退辅会里面的所属的农场，几乎都在我刚刚所标示给大家看到的国土保安91%的重叠的地方，而这个东西不能够落实所谓的共管机制，这些预算不能够挹注进去的时候，我们的国土保安是有问题的。但是105年立院新联盟，也就是我提的，我谢谢非常非常谢谢其他三位立法委员的支持，我们要求要落实共管机制，可是我在106年的度预算里面并没有看到。主计长、审计长，你们看，
怎么解决这个事情？这个立法院的附带主决议，这不是附带决议。我知道你要讲什么。立法院的主决议，他没有办法去落实，那也没有任何一个要求你们要惩处任何一个单位。我了解你要说这个，但是不要忘了，现在是要审107年度的预算。请问一下主计长，你们现在是不是开始各部会在编列？哎，还没有开。什么时候？什么时候开始编列？什么时候开始编列107年度的预算？我们目前在各单位在编概算，到概算会诊到行政院的时候，我们才会去会诊。什么时候结束？8月31号以前一定要送到大院。好，也就是说8月30号以前，从现在开始，各部会都已经开始陆陆续续要把他们明年度的预算概算要弄出来的，对吗？我没有讲错吧？对。好，本席在这边要求，既然105年度的主决议已经要求你106年度要编了，106没有编，本席要求107年一定要编。你同不同意？跟委员报告一下。如果不同意，我知道你们说这是有关各部会的行政权限。本席在前面先预告，这是主决议，而且我刚刚已经告诉你严重性。91%的土地的重叠是在我们的中央山脉的保育轴，国土保安这一块。如果107年度的预算，我刚刚说的行政院这几个部会没有编所谓的共管机制，你们就是违法。违什么法？原基法第21条的精神，它不是只有预算的主决议哦，而是违了原基法21条的规范。主计长、审计部。孙局长，你们要听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要讲的是107年度在原民会里面的预算，有非常多根本就不是法定预算，然后你们挪来挪去。例如，5家无线电视台数位频道、公共电视的 HIHD 频道的上链，例如营造原住民族媒体环境。都市原住民族发展计划，例如原民会原住民的健保费、老人年金进房补偿项目，为什么会编在原民会里面的预算呢？主计长，你懂我在讲什么哈？今年我们在讲预算的讨论，预算在审你们预算的时候，本席已经也做过主决议了，这几个部分不可以再放在原民会里面的预算，它要回归到其他的各部会去。我宁可在原民会的预算不要看到是这么多，但是绝对不能够灌水在原民会的预算。我要提醒你，主计长，你一定不准再做这件事情。第二个，原住民的进法补偿107年的预算，一定要回归到法定义务支出，由行政院里面编，而不是从原民会里面的综合发展基金里面去挪用。你们这是违法的事情啊！所以，主计长，本席在这边要提醒你，你说8月底以前，各部会都已经要把所谓的相关的概算预算送到那个行政院，送到主计处你们这边要来审了。跟那个委员报告。本席要清楚的，请你注意我刚刚提到的这几个部分。有些经费编在原民会，是依原民会相关的法令，那些法令的它有些位阶可能会比胡说八道，主决议胡说八道。一般老百姓的健保费是在卫福部，为什么原住民的健保会要放在原民会？我们是坏话之民吗？更有保障。我们是坏坏之民吗？你胡说八道！同样都是中华人民的人民，为什么原住民三个字，我们的健保费就要放在原民会呢，而不是放在卫福部呢？我要去查。我们是坏坏之民吗？主计长，请你回答我，我们是坏坏之民吗？我没有。如果我们不是的话，如果原住民不是坏坏之民的话，我们的健保费为什么要灌水在原民会里头？我跟委员讲，有些法令是特别重视原住民的权益，所以才什么叫做？我请问一下，全国老百姓没有健保费吗？哪一个人没有健保？为什么原住民的健保要放在原民会？无非就是。你们要灌水，要让原民会的预算看到是70几亿，可是本席在这边一的已经找出来问题了，你还在这里强辩。真正原民会里面真正用的其实只有30几亿，其他40几亿全部都是灌水的。本席
还有我们的原住民族人，我们不要这种灌水的预算，我们要实质的预算，让我们的族人看到原民会到底实质上有多少的预算可以用。所以本席在这边再提醒主计长还有我们的审计长，有几个很相关原住民的预算你们不要乱灌水，第二个教育部里面的预算也一样。所以我在这边提醒你，原民会的预算、教育部的预算，还有我刚刚所属的提出来的那几个共管的预算，在107年度预算，本席都要看到有一个结构性的改变，你们同意吗？否则的话，107年度的预算不会像106年这么容易让你们通过。我们的预算编列一定要。主计长，你不要在这边跟我辩论。你不要在这边跟我辩论，本席只是提醒你，106年度的预算还是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不在你们手上，我可以不计较，因为那不在你们编列里面。但是107年的预算，本席不会轻轻放手。谢谢。谢谢。好，谢谢。下一位发言。请钟嘉宾委员，钟嘉宾委员不在，请曾明忠政委员不在。好，今日登记发言委员均已询答完毕，做如下决定：一、报告及答询完毕；二、委员徐政委所提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行政院主计总处、审计部以书面答复；三、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请行政院主计总处、审计部于一周内以书面答复。四、委员质询中要求提供之相关资料，亦请于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八、处理临时提案、共议案，请议事人员宣读。宣读临时提案，鉴于滥诉是滥用诉讼制度与国家预算的行为，并会造成排挤其他应用在重大案件、预防犯罪、社区保护或教育训练等的司法资源，原此要求审计部对于近三年内各行政机关及其所属机关、各地方政府官告民之诉讼案件量及每年所耗费之预算数，并于两周内做成书面报告，送交本院财政委员会。提案委员罗明才、卢秀燕、林德福等，宣读完毕。好，谢谢。请问各位有无异议？好，没有异议。好，通过。有异议吗？来，请。没有。请这个部分哈，其实大部分没有异议，其中只有一个两周内做成书面报告这个部分，因为它其中哈要对于三年内各行政机关及其所属机关、各地方政府告官民之诉讼案件量，我是觉得说各地方政府要收集资料呈上来就有一些时间，所以在这边建议能不能改成一个月。以上一个月，各位委员可不可以？好，那我们就改成一个月。好，谢谢。好，谢谢。好，本日会议议程已进行完毕，倘有登记发言之不在场委员，补提书面质询，一并列入记录，刊登公报，并请议事人员协助处理。好，对啊，就修正通过了哈。好，休息，谢谢。